好，来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我们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105年11月23日星期三，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要进行审查哈，那依据预算法第50条及相关规定，照业务计划的部分营业收支、生产成本跟转投资计划、重大之建设事业、资金运用等逐项审查。现在请宣读今天审查项目与委员提案。宣读完毕后，我们再进行协商。现在请宣读。中华民国106年度中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计划，请参阅二。营业收支部分，营业总收入369亿5008万4000元，营业总支出338万2449万3000元，税前净利31亿2559万1000元。三、生产成本部分，请参阅四。转投资计划部分，转投增加投资五。回收投资3143万元，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8亿9573万元，六资金运用部分请参阅七。补办预算无列数。宣读委员提案。第一案，营业收入增列18亿788万9000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二案，销货收入增列18亿8180万1000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三案，销货收入向砂糖增列300万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四案，销售收入向营建土地全数删除预算，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五案，劳务收入下高尔夫球场事业收入增列223万元，邱志伟等提案232万元。第六案，劳务收入下环保业务收入增列10%，王惠美等提案。第七案，其他营业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冻结5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八案，其他营业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冻结1/3，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九案，其他营业收入地上权设定环球商业专校、中华技术学院等增列238万元，邱志伟等提案。第十案，其他营业收入向下投资性不动产出租增列10%，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十一案，其他营业收入下租赁收入增列535万元，邱志伟委员等提案。十一之一案，其他营业收入下利息收入增列2300万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十二案，其他营业收入向下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全数删除，廖国栋委员等提案。十二之一，其他营业收入向下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全数删除，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十三案，其他营业外收入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减列5000万元，高志鹏委员等提案。第十四案，其他营业外收入投资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全数冻结，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十五案，其他营业外收入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冻结30%，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十六案，其他营业外收入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向下处理费用全数删除，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十七案，其他营业外收入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向下房屋建筑部分冻结100万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营业总支出。第十八案，劳工安全卫生支出包括构建固定资产及费用支出减列20%，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十九案，用人费用临时人员薪资减列1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二十案，用人费用奖金冻结1亿元，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二十一案，用人费用福利费减列5%，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二十二案，用人费用福利费减列5%，廖国栋委员等提案。二十三案，用人费用向下其他福利费全数删除，徐永明委员等提案。二十四案，服务费用水电费减列927万3000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二十五案，服务费用油电费减列333万1000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二十六案，服务费用旅运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二十七案，服务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100万元，苏振清委员等提案。第二十八案，服务费用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3677万9000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二十九案，服务费用向下专业服务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三十案，服务费用向专业服务费减列200万元，苏振清委员等提案。第三十一案，服务费用下公共关系费减列15%，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三十二，材料及用品费使用材料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
第33案材料及用品费用品消耗减列 5% 换位者为等提案第34案租金一律其交向下交通及运输设备租金减列 5% 换位者为等提案35营业成本下量饭店事业部减列6000万元廖国栋为等提案第36案营业成本下砂糖事业部减列1亿元廖国栋为等提案第37案营业成本下续值事业部减列1亿5000万元廖国栋为等提案第38案营业成本下安环事业部减列3000万元廖国栋为等提案第39案销货成本下销货成本冻结 20% 王惠美为等提案第40案销货成本下工业制品砂糖冻结 20% 王惠美为等提案第41案销货成本下精炼糖制造费用冻结 30% 孔维基委员等提案第42案销货成本下生物资产租资减列 10% 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43案劳务成本服务费用下下用人费福利费减列 10% 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44案劳务成本下下服务费用下水电费减列 20% 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45案劳务成本下服务费折旧及摊销向下服务房屋折旧冻结1000万元邱义文等提案第46案劳务成本向下用人费用临时人员薪资减列20万元黄伟哲文等提案47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用的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0万元黄伟哲文等提案第48案劳务成本向下材料及用品费减列 15% 黄伟哲文等提案第49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下水电费减列10万元黄伟哲文等提案第50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 10% 黄伟哲文等提案51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用饭店旅馆下服务费用减列 15% 黄伟哲文等提案第52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用用人费用减列25万黄伟哲文等提案第53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用下水电费减列200万元黄伟哲文等提案第54案劳务成本下降服务费用废弃物处理事业冻结 20% 廖国栋委员等提案55万劳务成本下降服务费用服务费水电费减列250万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56万劳务成本向下费用服务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 15% 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57案劳务成本向下费用服务费用加油站冻结 30% 孔文基委员等提案第58案劳务成本向下服务费用加油站用品消耗减列 10% 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59万劳其他营业成本向下投资性不动产费用减列2554万8000元管碧玲委员的提案第60案其他营业成本向下投资性不动产费用冻结 50% 孔文基委员的提案第61案其他营业成本向下投资性不动产费用冻结 30% 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62案其他营业成本向下投资性不动产费用用人费用除外冻结 10% 蔡培慧委员的提案第63案其他营业费用向下专业服务费冻结400万元黄伟哲委员的提案64案其他营业成本下租赁成本减列200万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65案营业费用下生技事业部减列2000万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66案营业费用下金融事业部减列796万6000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67案营业费用下土地开发事业部减列5800万9000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68案营业费用下未隶属事业部减列5369万6000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69万营业费用下行销费用直接行销费用险金冻结2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70案营业费用下行销费用直接行销费用量饭店改装费冻结729万9000元邱义莹委员等提案71案营业费用下行销费用下用品耗材冻结30%孔文基委员等提案第72案营业费用下管理费用减列200万元苏润清委员等提案营业费用下管理费用冻结2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74案营业费用下管理费用冻结10%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75案营业费用下管理费用用人费用里监事报酬减列50%营业费用下管理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50%营业费用下其他营业费用的研发费用下的专业服务费减列50%第76案营业保固管理费用下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冻结20%孔文基委员等提案第77案营业费用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减列500万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78案营业费用下专业服务费下工程及管理咨询服务费冻结100万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79案营业费用下材料及用品费
减列200万元，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81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5000万元，药国栋委员等提案第81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1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82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1000万元，高志鹏委员等提案第83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减列200万元，苏伦清委员等提案第84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冻结30%，徐佑明委员等提案第85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冻结3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86，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冻结1/6，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87案，研究发展支出2亿5608万3000元下的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费用及固定建构建固定资产冻结10/10，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88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冻结2000万，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89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研究发展费用的奖金减列20%，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90案。其他营业费用下用人费用福利费减列10%，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91案。第91案，其他营业费用下专业服务费减列500万元，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92案，其他营业费用下专业服务费调查研究费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92之1，营业外费用财务成本下利息费用减列2910万，廖国栋委员提案第93案，固定资产建设及扩充改良减列5000万元，廖国栋委员提案第94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冻结25%，王惠美委员提案第95案，固定资产建设扩充改良冻结10%，徐永明委员提案第96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冻结10/1，管碧林委员提案第97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房屋及建筑减列5%，黄伟哲委员提案第98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机械及设备减列5%，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99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交通及运输设备减列5%，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100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杂项设备减列5%，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101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继续计划之购架构高雄物流园区产权启动营运投资计划全数冻结，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02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新兴计划负压水帘及绿能设计养猪场改进计划全数删除，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03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一般建筑及设备改良减议2亿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104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3000万元，高志鹏委员等提案第105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200万元，苏伦清委员等提案106万，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下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冻结10%，徐永明委员等提案转投资计划部分107案，转投资辉瑞生技公司等19家公司，有5家亏损，应撤资减列以前年度投资额1亿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主决议108案，台糖编列车辆停车场收入仅于说明栏列出各停车场收入金额，要求台糖应将各车辆停车场收支明细列于年度预算说明，邱毅委员等提案第109案，台糖编列游乐事业收入仅说明栏列出各游乐区等收入金额，要求台糖应将各游乐区事业收入明细表详列于年度预算说明，邱毅委员等提案110案，台糖各游乐区度假村文化园区休闲广场等游乐事业收入营运收入不佳，营运检讨计划以达平衡收支，邱颖文的提案111案，台糖公司肉猪养殖绩效颇佳，为生产成本颇高，100年度至104年度，台糖公司猪肉养殖绩效成本每公斤接近1000余元，但全台平均成本仅200余元，以致亏损。第二，106年度预算预计于屏东县长治乡东海丰畜殖场重建综合养猪场，后续应积极推动其他猪舍绿能及环保装置，以改善邻近居民关系。综上两点，请台糖公司于2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检讨报告。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112案，八大事业部时有亏损，显示经营绩效欠佳，近年来本业增经营能力欠佳，多有赖于出售土地获取盈余，请台糖公司检讨于2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改进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113案，部分董事出席率偏低于60%，不合规定或委托出席次数过高，难称妥事。依国营事业管理法规定，董事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国营事业。为查台糖公司某董事于103年11月6日初选该任该董事，借同期担任台电公司董事，何以违反上述规定？请台糖公司2个月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检讨报告。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114案，现金等
保健食品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近年销售情况欠佳，亟待改善产品及加强行销，请台南公司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报告、需要明文等提案115万。考量部分代工厂商建议改善项目偏高，台南公司应重新加强稽核外，必要时予以考虑汰换，以确保产品品质，维持公司商誉。请台南公司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改进专案报告、需要明文等提案。116万，台糖公司拥有广大农地，在释出土地过程中，部分单位经营之土地与土地登记簿账面面积差异将近10倍，请台糖公司检讨改进，妥谋良策，以避免持续亏损。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改进专案报告、徐有明文等提案。117案，安环事业部主要收入来自于焚化炉操作营运业务，其中屏东县坎顶垃圾焚化厂长期亏损，请台糖公司提出检讨改进，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改进专案报告、徐有明文等提案。118案，要求台糖公司重新检视相关所属契约内容，严定同意增建之办法，同时要求台糖公司予以检讨无业务保留需要之出租建地的相关规定，相关检讨报告于三个月内送交立法院经理委员会邱义文等提案。119案，农粮署正积极筹办符合卫生食品安全的综合型、区域型二级加工厂，来填补当前这一产业链的缺口。为加速二级加工厂之建制，要求台南公司应主动联系农委会，全力协助包含厂房、土地租用、生产技术、行销通路辅导等环节。邱义文等提案。120案，要求台南公司对于无业务上需要之不动产，若位于原住民族地区，应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使用，其他则由财政部国有署统一规划，不得任意变卖。上述的土地应立即停止变卖，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黄伟哲委员等提案。121案，要求台南公司进行投资性不动产之经营，应予以审慎评估。邱应委员等提案。122案，台南沙仑农场屡次传出民众进入耕区拍照嬉戏，为避免游客发生意外被迫停工，导致于相关作业其实延宕，请台南公司进入在耕区附近设置警告标语，并与交通部观光局、县市政府观光局等处理工作单位推动宣导。邱义文等提案。123案，台南公司近年来频传食品安全疑虑，且代工厂抽查不合比例颇高，要求台南公司加强查核，并审慎挑选合作厂商，并拟具赔偿契约。邱义文等提案。124案，106年度速冻比率骤降至109.88%，而存活周期率亦降至5.86次，显示台糖的流动资产有调节必要，允予检视存货风险，要求台糖公司迅速调节营运方向，并研拟计划书送交立法院经理委员会邱义文等提案。125万，106年度的流动比率降至131.09%，显示台糖公司短期资金运用之不甚乐观，且现金流量比率仅12.85%。最后，台南公司迅速调节营运方向，并研拟计划送交立法院经理委员会邱应文等提案。126万，台糖106年度营业成本支出较前两年及保守，且较前一年仰赖营业外收入为高，要求台南公司提出本营业策略之改善计划，送交立法院经理委员会邱应文等提出。127案，台糖因就冻结之中国股东配发股利的专户金额提出本金及利息相关明细，送交立法院经理委员会备查。邱应文等提案。128案，台糖屡传租建筑土地给私立学校，契约长达50年，台糖公司应全面检讨租任契约，尤其地价税调涨后势必影响台糖不动产收支情形，不宜透过其他预算截长补短，才能有效控管公司营运。邱应文等提案。129案，台糖公司106年度编列转投资损益金额显示，转投资事业19家公司预算编列远低以往年度，要求台糖公司重新检讨投资策略之改善，避免资金影响及股东权益。邱应文等提案。133案，台糖公司允以前面检视拥有土地面积及临近土地使用之情形，技术完成土地活用之完善规划。邱应文等提案。131案，要求台糖畜产事业部对国内台湾台糖养猪场进行调查，并积极改善污染防治设备，逐年增进环保措施，加强和邻近住户的良好畅通之互助，做好绿林工作及减少公害纠纷。邱应文等提案。
132案保健食品市场进行去饱和，106年度编列险金内销退化损失偏高，云宜加强行销或研发相关衍生产品，以维持生计事业营运绩效。邱议员等提案第133案，台南近年出租土地进行开发计划，应于出租土地时善尽告知承租人新源农场拟为遗址之责任，并说明执行开发行为之前必须先经文化资产评估计划，以保护台湾文化资产与保障开发厂商之重要权益。邱议员的提案第134案，请台糖公司适时调节仓储管理及销售办法，以维持公司企业之良好绩效。邱议员的提案第135案，台糖公司以促进社会经济、青年就业、农业永续经营、粮食安全为目标，立即提出公司经营改革策略，于3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蔡培会委员等提案。第136案，台糖因经济承租承担国土农地永续经营之责任，检讨当前平地造林之耗地政策，提出兼具环保生态及农业经营之使用计划，以提升台湾整体粮食自给率，确保国家永续发展。要求台糖公司于3个月内提出专案检讨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蔡培会委员等提案。第137案，台糖公司应配合行政院农委会推动土地储备制度之政策，调节土地开发之相关业务，成为接管国家公共土地资源之优良单位，不得以公益以外目的出售土地，应努力保存经营所管接之土地，以利台南公司采用根据社会公益及国家整体利益之经营与发展。要求台南公司就上开内容于3个月内提交经济提交专案报告，送到经济委会、蔡培委员等提案。第138案，提案禁止台南公司股近年将所属农地提供为工业区使用。徐又明委员的提案第139案，要求台南公司持续就功能不彰或业务萎缩部门加强办理部门整并，并积极研拟改善方案，以提升整体公司经营绩效。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140案，要求废止台湾地区砂糖平准基金条例，并裁撤砂糖平准基金，以健全台南公司财务管理永续经营。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141案，106年度台南公司转投资辉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投资金额67亿5981万5000元，预计14家有亏盈，有盈余。要求台南公司应研拟具体改善措施，并审慎斟酌有无投资之必要。高志鹏文等提案第142案，台南公司应积极检讨，积极开发上代利用之低价地，以求最适度利用该公司土地。高志鹏委员等提案第143案，要求台南公司于2个月内重新检讨工程之规划及执行业务，并将相关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4案，台南公司又有广大农地，都能在配合政府建设及地方发展，已释出相当大之面积，要求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办理清查作业，并将清查结果送交经济委员会。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5案，要求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提出既有土地再利用与创造效益之专案评估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6案，建请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评估裁撤台湾地区砂糖平准基金之可行性，并将评估报告及相关时程送交经济委员会。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7案，为避免台南公司屡遭地方政府环保单位通报乱土地脏乱损及国营事业形象，要求台南公司于2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检讨及改善方案。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8案，台南公司因部分转投资项目绩效欠佳，造成资金严重积损，甚有需大幅认亏损之情势，原要求台南公司于2个月内重新检讨投资之策略及目的，并将相关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49案，104年度八大事业部有4个部门呈现亏损，为改善台南公司业务亏损并提升获利能力，要求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检讨及改善方案，并针对连年亏损的事业单位研拟裁撤方案。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50案，要求台南公司提出历年投资评估、投资策略与退场机制等完善评估报告与策略报告。张立尚委员等提案第151案，要求台南公司不得出售土地作为投资台湾农业开发公司之用。张立尚委员等提案第152案，要求台南公司以出资额做最大清偿处理责任方式参与，否则就不应该参与，其累计出资额一旦超越前一年度扣除出售土地及投资利益之税前存利以上金额，需经立法院同意使得冻资投资。张立尚委员等提案第153案，要求台南公司应持续规划云林北港糖厂之活化，加上与在地宗教特色之结合，向立法院经理委员提出整体规划实施其成与相关计划之可行性报告。张立尚委员等提案154案，台糖公司为适时依土地产权清查结果配合
异动土地管理稽账系统资料，台糖公司应予积极办理清查罪，并将相关机关协助以厘清土地产权，避免日久难以追查。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55案，请台糖公司全省针对全台各地区畜牧场周边邻里，应进行全面性检讨说明，并检讨相关敦清睦邻措施。台糖公司应一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检讨报告。孔文吉文等提案第156案，台糖于花莲县光复乡大农段持有广大土地，该土地当初系日本人强征之土地，台糖为依原照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精神与意志应征的当地原住民族的同意，并与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机制，请台糖公司于一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孔文吉委员等提案第157案，目前加油站经营竞争激烈，台糖公司油品部门销售常年亏损，请台糖公司于一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孔文吉委员等提案第158案，台糖公司应积极办理土地产权清查作业，并协助相关机关尽速厘清土地产权，以有效管理其土地资源。159案，请台糖公司于半个月内针对这农合作设置处理，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163案，台糖公司应提升养殖管理技术，定期就其异味飘散问题主动监测，以其改善周边环境影响，并强化与周边居民或厂商之意见沟通回馈，为提升我国畜牧养殖环境树立新标杆。苏正清委员的提案第161案，请经济部与国营会就台湾地区砂糖品种基金实际运用规划与检讨财测评估，于一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提出专案报告。苏正清委员的提案第160案，请台湾公司应落实办理查核作业，于两个月内就如何强化委外代工厂之稽查与汰换机制，以确保产品品质及公司商誉，向本院经委提出专案报告。苏正清委员等提案第163案，请台湾公司确实检讨其今年亏损之多角化经营效能低落问题，并就土地资源整合提出长期规划，向本院经委提出专案报告。苏正清委员等提案第164案，要求台湾公司正视消费者行为改变问题，尽速提出行销因应方案，以维持销售时机。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165案，台湾公司104年度董事会开会出席情形，委托他人出席非常不妥，原请台南公司检讨，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陈明文的提案第166案，建议台南公司应尽速评估前往东南亚国家设立糖厂与畜厂之可行性。陈明文的提案第167案，台南公司肉猪在养头数占全台比例约3.8%至4.4%之间，为国内最大猪只饲养主。提案要求台糖公司应提出有效抑制生产成本方案，增加公司营收。陈明文等提案第168案，台糖公司国内转投资计有19项，其总投资金额达72亿6920万元。台糖公司应加强追踪考核被投资公司之营运及财务状况，维护公司权益。陈明文等提案第169案，多角化事业之经营不善，意为台糖公司本业亏损之主因，要求台糖公司尽速研磨改善对策，并向立法院经济委提出书面检讨报告。陈明文等提案第170案，要求台糖公司加强土地办理产权清查税，避免土地增值税之负担。陈明文等提案171案，要求台糖公司于6个月内完成规划闲置低价地开发方案，以符合政府利益。陈明文的提案第170案，要求台南公司除了加强品质稽核外，必要时考虑汰换不良代工厂商，以确保产品品质，维护公司商誉。陈明文的提案173案，台南公司针对生物科技事业部代客加工此一工作项目，说明收入大幅衰退之因，以及提出未来营运改善报告。管碧林文的提案第174案，要求台南公司近期办理清查作业，并请相关机关厘清土地产权，以免增加不合理之地价税支出。管碧林文的提案第175案，高雄市政府所提之小港特定仓储转运专区活络地方经济，要求台南公司积极与潜在开发商研商开发内容，并配合地方政府办理招商事宜。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176案，针对台糖公司目前各项土地租赁政策及契约进行全面检讨，于两周内提出解决方案。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177案，要求台糖公司一个月内检讨台铁站区内台糖闲置土地活化报告，送本院经理委员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78案。台糖公司现有蓄资厂有时有因异味影响周边环境而遭抗议事件，台糖公司
既为国内最大猪饲养饲主，自应肩负示范之责，改善原有猪舍设计外，后续应积极推动其他猪舍绿能及环保装置，力求降低异味散发，以改善周遭居民之紧张关系。要求台南公司于三个月内凝聚畜殖场环境改善计划，送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79案，要求台南公司于三个月内就降低猪只饲养成本凝聚相关报告。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180案，要求台南公司于一个月内研究国外销售研究计划，促进险金饮品的国外市场。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1案，要求台南公司一个月内凝聚食品安全查核精进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2案，要求台南公司一个月内就花东地区闲置土地推动原住民族传统有机作物研拟规划报告。廖国栋委员的提案。183，建议尼伯特台风，要求台南公司尽速恢复台东糖厂旧貌，复建台东糖厂烟囱及主体厂房，以提升观光客到台东糖厂的意愿。廖国栋委员的提案。第184案，要求台糖公司请求原住民原民会协助，于三个月内盘点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内之台糖土地地段号资料，以利政府后续归还原住民土地事宜。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5案，台糖公司在释出土地过程中，时至今日仍无法厘清产权，导致台糖公司请令人肩负庞大的地价税，增加财务上负担，要求台糖公司于三个月内拟具相关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6案，八大事业部每年有3至4个部门呈现亏损，公司虽致力于多角化事业转型经营，除未见具体成效外，多角化事业之经营不善，意为台南公司本业亏损是主因，要求台南公司一个月内拟具改善报告，送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7案，要求台南公司在原转会有关原住民族土地相关调查结束前，位处华东地区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内之公司土地不得任意标售，以落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及总统政见。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88案，请台南公司针对新源农场大亨坑文化遗址受冲击情况及应预作防备之措施，于一个月内提交本院经济委员会。邱志委员等提案。第189案，请台南公司针对印尼投资之评估与规划，于两个月内提交报告，送经理委员会。邱志伟等提案。第190案，请台南公司配合租金税入部分，于一个月内提送经理委员会做专案报告。邱志伟委员等提案。增新增提案1至1案，冻结营业收入，冻结台糖畜殖部营业收入1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1至2案。冻结营业收入25%输之分。委员等提案。20至1案，经营绩效奖金下考核奖金减列25%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23至1案，管理费向下用人费其他福利费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34至1案，会费捐助费分摊费冻结25%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5至1案，管理费用下服务费用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9至1案，管理费用下材料及用品费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9至2案，管理费向下租金及利息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9至3案，管理费向下折旧及摊销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9至4案，管理费向下税捐与规费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79至5，管理费向下会费捐助与分摊减列50%输之分。委员等提案。第79至6，管理费向下损失与赔偿给付减列50%。79至6案，苏志芬委员等提案。第191案，主决议针对台南文化资产之特色，研拟政策方向，包含整体保存、分期修缮与活化再利用、预算编列等部分，请台南公司于两个月内向经理会提出检讨与说明。苏志芬委员等提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我们请就协商位置。好，来，
我们请委员就位哈。税入来，税入一起讨论，第一案到第十七案。啊，迄个，先讨论啦，稍等人到的时再来定案哈。来，要上的来，你们那个，你们业务单位以后要记得哈，你们要去邀请委员来出席，因为委员没有出席，就没有人能审你们的预算。好，你们的那个国会联络人，你做多久啊？国会联络人做多久啊？你连这都不知道，啊？有无？就上来来来。好，好啊。黄伟，你叫他慢慢走就好了啦。他来，我要坐他隔壁啊。来，咱先慢慢啊讲，谈话会先开始了哈。税入一案到十七案可以一起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反正就是税入嘛。好，你们哪一种税入可以增加？然后委员的意见怎样？税入总共一到十七。对，那这个表列哈，我们苏委员的提案加进来，所以要含一之一、一之二，还有十一之一。十二之一，徐委员到哈，我们现在开始协商哈。来，第一案到第十七案税入部分，你们有没有要先说明？请董事长先说明，还是总经理？是，增加有困难的就详细说明。主席跟各委员报告，可以增加的就一百零六年度的预算，当时在编列的时候跟现在实际的状况是有几个有一些出入了哦。那就我们的油品的这个售价来讲，当时我们编的是大概24块，那实际目前我们平均的售价大概21块，所以在预算编列的时候，我们这一部分大概已经有差不多10亿左右的一个缺口。那当然我们会努力的再把这个缺口尽量在106年度来补齐哦。那续值事业部目前我们在编的时候的售价是用72块多编哦，那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售价大概69块多，这些都是不含税的哦。那这部分大概也有相当的一些缺口在了哦。那也糖价的部分，虽然现在的国际糖价是稍微有一些往上涨，那当初编糖价的时候是低了大概一块钱哦，一块钱到2块钱左右。那因为明年因为就现在那个台中的这个有一家民营的炼糖厂，它开始营业了以后，我们认为明年砂糖的竞争会增加，所以整个预算的编列在营业收入334亿左右的营业收入，那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达到我们的预算目标。那虽然说还有十几亿的缺口，那我们会来继续努力。那是不是建议这部分能够维持我们当时预算编列的数字以上？所以全部的税入都没有哪一项可以增加就对了。因为当时编的，请委员表示意见好不好？来，委员有没有哪一项？那个董事长整理，也就是说您现在已经有把你们的未来的盈余已经都有宽列在里面了，就对了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再增列的话，真的会有比较大的困难。不过我们是希望大家能更努力，好、哦，那有没有增列的可能？刚刚不都给吗？我们是不是就加个3000万了？3000万，因为我刚刚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今年的预算编的数字跟实际上来讲，我们已经有十几亿的缺口需要去努力了。这里常常人要坐我跟你说，不然我就说新的董事长来哈，你要有一个新的一些这个政策方向跟经营方针啊。
当然也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啦。所以如果说今年的预算是照你们这样子一个编列，事实上不要说新董事长不满意啊，其实我们委员会也不满意啊。所以苏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收入的增加哈，其实你要一个爬线的，不要说三千两千，你认为？就讲差不多1%左右嘛，1%啦，因为迄都已经有想无够啊，因为油价来讲，我们编的时候24，啊，今嘛在21左右。哦，阿美，你又给整个国际原油价钱大概差不多，也不会很大，还是会有充满不定的不确定因素啦。哈，又给看起来差不多啦，无讲起。不，其实是安尼吼，台糖的是一间体质足好的公司啦，吼。但是经营上确实大家爱做一下检讨啦，嘿。哦，啊，无我张姐你甲当时讲，若要讲起来讲台糖公司吼，哦，砂糖是亏损的。油品是赚钱的，其实这是一个哈，让人家觉得是比较好笑的事情。那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你要怎么把收入做一个提升？所谓提升，你一定会有内部一定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波动。那所谓这个波动，就是主要就是说，你要让内部觉得哇，新的当时就来，确实哈，有在改革，哈。那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我是觉得收入要增加就成本降低嘛，啊，成本怎么降低？你们内部有问题的话，这个把事情把它揪出来。譬如说采购的问题哦，假设是这样讲，哦，啊，跟每一个咱的采购对象，爱签一挂这所谓人工吼，迄个廉政的一挂这迄个企业，就是讲你袂使甲。收回扣，类似这种东西，能不能达到做像安内钱，就甲成本啊降低，收入就增加。我咧讲的意思，当然这是恁专业啦吼。我是假设我家己想家己对的方向。我的意思是，主要成本降低，这个收入就会增加。那增加收入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新的一个目标。那我不认为是2000、3000万，也不认为是1%、2%，应该起码应该制定到3%到5%。最起码你要有这个目标，这个目标设定以后，整个公司的营运，那我们明年在这里审查你的预算的时候，我们会来看一下，到底那这个新的一年啊，到底台糖的有进步不？那个董事长总理，那个陈委员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了哈，我们是希望看到有实质的改变呐。那一般国营事业为什么，包含我们所有的委员，大家在咨询的时候都提出共同的看法。哦，我来讲个是用续支部来讲，啊，人民间拢在赚钱，啊，恁续支部人在扣地赛，恁在扣着地捞赛，对不？啊，介奇怪，啊，人百姓赚钱，啊，恁只大企业佫无在赚钱。重点之一就是不是人事成本、管理成本这些都在内，我是语重心长了哈。那我问一个简单问题，恁起码税前净利是31亿2000多万嘛，对不对？那整个纯利呢？那税后呢？恁股利息，还有去年是多少？去年，干的。啊，24啊，所以你已经有加起了嘛，变成是不是安尼？所以你们已经又增加了增列的一个目标了哈。因为我跟委员参详了哈，大家拢是语重心长啊，新董事长，我们也希望你那个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列5000万了？不要说没有增加了，我们对你们期许。等一下，那个徐永明委员要大幅减列，不好意思，来，他要大幅减列，他要减列啊。先谈一下来。我们这边有两个案子，一个等一下稿录会报告，就关于跟原住民有关的。对，我这边先解释，我这个是第四案哦。这主要的原因就是这边是要销售这个营建土地的部分哦。那台糖公司的这个土地有怎么来的，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在花莲地区私有土地的部分，有一成就是台糖的土地。那我在案由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这个是直接是从日治时期接收日战前时期接收日产而来。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到了国民政府的时期，其实还有一部分是跟原住民族抢夺而来。那我们在总统府里面已经在成立了原住民促进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那正要启动这个调查，所以在调查完之前，其实本来就不应该出售跟原住民族有关的土地。那我在这边呢，是希望是要求，就是在106年度是不能出售
位于原住民族地区之土地，这个里面要包含原民会以调查未公告之传统领域之土地。好，那不晓得董事长这边，你是要弄主决议吗？还是本来是要删除啦，但是我是想说，你可以把它改主决议，可以改主决议，然后我们主决议的时候来修正文字。你现在写一下，把它改成主决议，可不可以？还有孔委员也要一并讨论这个案。那个上一次廖国栋委员跟我们都有针对这个部分啊，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哈、啊。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台堂哈、啊，那你们那个土地花莲那一块，从那个什么到卑南那一块地嘛哈、啊，那个我们上次都有咨询过，那块土地你们会处理吗？要卖吗？像刚才高陆勇委员，那个土地要怎么处理？现在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在调查。是。那等于是说你们现在不能处分了、啊。跟委员报告，现在就是牵涉到传统领域的这个部分，原住民委员会还没有确定，原住民的保留地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都不会出售，不会。传统领域你很难去认定。是。啊、哦，那是日据时代的，那你都认为你是你们台糖土地嘛？那现在我们现在阿美族的还有都要从转型正义总统府那个要争取划归到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传统领域。那这个部分我是说你们明年有没有要处理？有没有要处理？就像刚才讲的，要出卖土地吗？还是怎么样？就你们有没有相关的生意的土地的处理？原本在寿丰就要卖了，对不对？是不是寿丰那边现在没有了哈？我有想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对原住民现在所主张的那些传统的领域的土地，我们都没有要处理，都没有要卖啊，都没有，都没有。啊、哦，昨天大家也跟委员这边有过，不过我们还是做一个主决议啦，好不好？再度强化，是啊、哦，虽然他们都没有要卖，但是就是再做一个主决议，要求他们绝对不可以卖，这样好不好？啊、哦，那个高陆委员跟孔委员要提案嘛，我再问一下，你们谁负责写一下？先处理这个案， okay、你们谁负责？那个前天就有主决议了啦，啊，就我们那个临时决议就有了，就台堂来报告的时候也有决议了，好好好。预算的主决议有法律效力啦，这个、是主决议啦，好了，临时提案你可以啦，你们帮忙写一下、啊、这份主决议我们的协助，你们协助我上把它确定。来，请王委员，来，另外十二、十三、十四这个东西哦，我记得我们在上，没了，要不要你啦？现在到第十七而已，卖拱了，现在讨论十二、十三、十四啊。哦哦哦，好，怎么没有拱下？我调到二十。来，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也是一个主决议啊。台糖的所有的土地，现在是农业用地的，都不得再以转售了、啊，不是吗？这转售，来说明一下，你们说明一下，它这个大概是契约中的啦，契约中已经盖好的那些要今年要卖，然后把它列进来。所以这边是不是这样？我建议全部都冻结起来哦，除非解释清楚哦，说明一下，做专案报告再与处理、哦。我想这部分的话哦，其实在年初在审这个类似的案子的时候，那个主决议是讲说我们的。住商的用地在八公顷以内，大概还可以做小额的处理啦、哦、那其他的部分，当然配合的政策来做一些处理。那其实台湾公司处分投资性不动产的这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配合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一些产业发展的需求哦来做调整的。那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征收或者是让售的方式、哦、那虽然说现在这部分的话，我想有一些是已经在进行中的一些区段征收的案子，或者是一些协议让售的案子，可能所以不是卖，不是处分那个住商用地来的啦，哈、哦。好，那王委员还没有也都不是农业用地吗？没啦，还没农业农业地的没得卖，农业地卖的变变啊，没啦，还没得来，张委员，字条了哈。我们台糖这边、啊、土地管理记账系统的记载跟土地登录的记载其实明显的不符了，不实了，而且是超过十倍以上，土地记账系统才有一万多笔嘛，然后实际上的土地登录有十九万多笔嘛，那这个部分现在地价税高涨，那你们所有登录的情况跟实际上差距，那这个地价税你们如何去补足这个差距？
跟委员报告哈，大概写出来的这个部分并不是不跟我们记账跟登记不同，只是少部分有几笔，有一些在区段征收当中。那对我们来讲，那个登记部他已经截止登记，可是在台糖公司账上，他从化或者区段征收还没有发回来的时候，我们记账还没有异动，所以这个部分并不是我们管理上有问题。那有小部分是早期出售以后他还没移转，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接洽他们，请他们办理移转。那这个地价税发生地价税在移转的同时，我们会收回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清查。那这个部分因为民众的权益他自己没有登记，这部分我们会追查，请他们尽速办理登记哈。那登记的同时，我们已缴的地价税会跟他追回来。好，以上说明。那你们管理机制有问题呢？民众自己没有，就是你们在这个部分呢也没有让民众实际来登录了哈。这个你们就是要也要严格监督嘛，是，对不对？ 是。好，来，那个董事长，那个委员们纷纷表示意见以后啊，你们总体税入哪一项可以增加吗？好，能不能增加？董事长说一下好不好？董事长，你们就说，虽然说量贩这一块你说要检讨了，可是你们很多量贩的店其实是租用你们自己的地，那你们其实用的租金是相对而言是很低的。好，那也就是说，关于这个你这个出租的收入这一块啦，好，其实你们是还是有向上调整的空间。比如说你这一块，好，这个高雄男子量贩店每个月租金666块，好，就你这边偏低，当然你是让你量贩的事业可能成本比较低，可是相对而言你整体的收入，好，是出租这一块的，其实你们还是可以向上调整。谢谢各位委员。其实我们的预算除这个以外，我们内部绝对所有的项目都会努力的增加。那我建议在这一次可不可以先加个5000万在我们这个上面？可是在这个背后，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提升，因为这对台糖来讲，本身内部上面也是一个加分，并不是各位的要求而已，好吧？我来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了哈。刚才关于大家最重视的土地问题，挺歪他妈盖贼嘛。第一个，农地绝对是不得转售嘛，哈，那在进行中的这些原本的契约个或是说租商的部分，我想都有一个制度面存在了，哈，那整个委员希望帮你们的营业额能够提高，就是获利提高，最重要是我们如果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力，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安内拉哈，他们我跟委员商量了哈，我们是不是就增列5000万呐哈，啊，让他们有一个依循的目标。当然探路者如何啦，哦，啊你那探路者告诉消波报出来，我嘛讲啊人台糖都有在拍拼，哦，啊是不是征求各位委员同意了？好，抓委这样好不好？好，大家没有意见哈，我们请他们税入增列5000万，那项目你们自行调整好不好？好，那其余，好，好，税入我们就这样哈。第一案到第十七案结束，来18到34，这些都是那种固定的费用，讨论一下好吗？18到34，我提一下，这里面要包含20之一、23之一，好。我提一下这个，就是关于你们这个劳工安全卫生支出哈，现在编8900，那其实你105年才4700，哈，那为什么一下增加快一倍？哈，能不能说明一下？哈，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那我们今年增加的部分大概分三个大项，第一个就是油品事业部，它因为有一些资本支出工程的提出，它有1720万，然后砂糖事业部它有关于锅炉还有那个压榨机这个更新，它有1278万，这两个合起来就2998万。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各单位对那设备的安全还有消防系统还有房屋器具刚好去碰到那个维护期还有更换期都要去督到这个时候，所以这个部分经常性的支出也比105年度增加1320万，好，以上报告，谢谢。哦，你两个大项好，你有你的理由了啊。可是刚好今年全部都是要更换吗？就是你这个项目会不会刚好太刚好了？当然，我想这部分的话，跟委员也不可讳言了。我们有一些焚化炉待操作的部分的话，因为坎顶那个地方也希望能够把它尽量维护到一个可以对一个可以堪用，就符合达成合约的一个标准的使用状况，所以这部分的话，因为它也需要做一些费用的处理。你们那个是因为量能的问题哈，效能的问题，对对对，设施没有维护的关系，因为它已经操作时间久了，所以它整个老旧了，对对对对，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会再努力了，那个是要修了，
好，其他各位委员还没意见？到第三十四，这拢固定的啦，固定的无先费用，咱看后边的无。我看一下，在二十项哈，二十案哈，二十来用人费用这一块哈，奖金这个奖金的编列啊，平均每个人可以领到22万，这是我算错还是你们实在是绩效太好？来说明一下，这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这部分的这个奖金的编列，我们跟前几年来比哦，我们104年的决算是12亿多，105年的就是预算核定的部分是9亿多，那我们今年编了8亿多，其实这部分奖金的这个编列的金额，其实一直每一年都在减呐，啊，每一年都在减。平均一个人多少？我们现在是看是平均，你减是没有错，但你平均有没有到那个绩效？而且你去年平均数目也是22，也就是说你可能人数减少了，可是你相应每个人拿到的钱，我们基本上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在编列，如果比如说刚才讲哈，我们今年再增加个这个收入增加个3亿，然后你要去编个22万，我想大家想说你们拼了，可是这个数目。你相较公务人员或其他国营企业会不会偏高啊？是这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在编列的时候跟其他公司的编列方式一样，我们大概都是以这个绩效奖金1.2个月为基准了，啊。那是不是会领得到？那要看我们的绩效的表现的状况了哦。那这个是都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公式在做计算的。那我们只是编列这个金额放在这个地方是。那我刚才问了，一个人22万是我算错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有算过数目是多少？来说明一下哦，如果平均一个人22万，一定要3哦。来，对啊，你这个会变新闻。平均一个22万哦，啊，因为他是，哎，是啥？来，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条一定要讲话好水。因为我们现在哈，就是说编列那个考核奖金是2个月啦，那一个是那个一个是考绩啊，一个考核嘛哈，那是正常的。加起来3个月。那对两个月，然后绩效金的时候，我们是编1.2个月，那总共加起来是3.2个月。那其他国营事业呢？都一样，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没有超过。我想补充一下哈，这个奖金最后能不能领得到，我们有一个考核的机制。所以像刚刚提到了说，104年的决算12亿多，105年的预算9亿多。那决算为什么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比较低？就当年度的表现绩效到达那个标准，我们是用统一的标准在衡量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不会说今天编的预算就是能够把它花完。不，你们现在是大概大锅菜的方法，还是依照各个单位的一个处置？单位的处置。他最后就是他可以编好，但是最后能够领多少，一定会有一个考核的机制，那是统一的规定。这跟委员报告，我们公司它其实是有一个责任中心的一个制度，那它有各个单位的责任中心的目标，那依照年度结束了以后目标达成的状况，不同的单位他领的奖金的额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到了各他的一级单位到二级单位三级单位都有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每一个人来，我请问哈，这个钱编下去哈。是明年一月份旧历年前发，还是到明年年底发？这个什么时候会执行？这个到后年才会发。后年才发嘛，好，那冻结没问题啊，好不好？不是，但是他发是，他是列是，因为他列的钱是列，对嘛，就后年的一月嘛，但是他列是列。今年的绩效是明年发嘛？我知道啊，等于说明年发的钱 啊，所以因为这个只是冻结案嘛，今年这个钱是，所以你后年才会发嘛，所以这个冻结案照案通过没问题啊。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啦，因为你们来报告就可以，报告就书面报告。没有啦，这个委员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哦，能够再多在盈利上面多去努力一下啦。冻结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后续啦，对呀、啊、对呀、啊啊，不跟你们砍啦，不砍你们，但是用冻结，希望你们。我希望这个报告哈，你讲说各个项目别，哎，营业事业别不一样，高低能不能列出来？否则你的平均二十二万真的不是很好看呐、啊。哦，以大家对台糖的形象。这样了哈，我们先照案通过哈。然后呢，附注是在委员所疑虑哈，委员所疑虑之平均22万高额奖金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你们的回答啊，你们的奖金发放状况详细分析，来一个书面报告以后，好、啊、才可以解冻。这个两个月吧，好好还是几个月啊？两个月还是3个月？不用了，他们这个报告很快、啊、来啦。很快，他们没钱开的，赶紧上来，免烦恼啦。而且又不是明年年底就要用得到的，后年才还 OK 吧？
好不好？对啦，冻结可以啦。你们就来一个书面报告，以后好冻。支持我们徐委员跟王惠美。好，书面报告就可以解冻嘛？是，好不好？是，谢谢，好好。那个我请教一下、啊、所以我们这个案要修哦，二十案的文字要修哦，就是那个经那个应该是改成就是奖金支用情形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时好使得解冻了，好不好？因为你们也还不到动资，书面嘛，书面报告给委员会做书面报告后使得解冻，那个好不好？改成这样哈，就是那个先是讨论到34案是吧？对，到34。啊，那个29案跟34案。还要34之一、哦、有34之一。好、哦。那个专业服务费你们那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然后你们这一次是增加4100万。好、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公关费。公关费你们这次也增加166万。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来是专业服务费主要是在我们的警勤的一些人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厂区必须要有一些警勤去做维护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些文化资产的建筑规划设计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的或者是一些土地建价，大概都属于专业服务费的内容了啊。那所以这部分的这个因为人力的这个一些委外的这个成本，因为随着整个基本工资跟休假的一些问题，它会每一年大概会有一些微幅的这个增加啦。那这是专业服务费的内容。那另外刚提到的公关费的话，我们在编列的时候跟105年的预算来比的话，其实已经有减少了。105年度的预算我们是编的是9174000，那今年是编了870几万，其实已经变少了一些了哦。那当公关费对台糖公司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来讲是相对是已经比较是在一个很少的情况节约的情况在运用了。以上报告。好，公关费的使用大概是红白帖啊，大概就是一些使用，对了，红白帖啦，一些送花送这些的单子。来那个32案哦，你那个材料费用的话，之前去年好像才编多少？啊，一下子变成119亿。去年132亿，去年你们的结算才109亿哎。哦，那个整个是主要使用费是这里面砂糖哦，砂糖因为这一两年的话，糖价已经等于说是逐步在增加了哦。那糖价增加，那它的一些材料的一些费用，相对来讲也在增加当中啦哦。有增加这么多吗？糖价这一年来增加多少？糖价的增幅的比例是多少？因为国际的糖价，我们在104年度的时候，我们整个购糖成本等于是一吨只有11800块，那么但是我们预估到106年度的话，它的购糖成本会增加到15112块，这中间就已经等于是一吨的话，这是我们国际上面的购糖价呀。对对对，因为我们购糖的来源呢？购糖的来源不一定，因为我们是公开招标，所以它来的源有可能是泰国、巴西。每次都多少家来？每次开标都有十几家的厂商在标，还是这样。那我们自己的一吨的成本呢？我们自己一吨甘蔗糖是甘蔗糖一吨的成本，差不多是要30块，哎，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是精炼糖，哎，精炼糖是这个样子，因为农产加工它是单价会比较高一点，是这样子。好，那个主席，28条啊，23，也就是我们现在台糖啊，有很多这些比较有文化特色的这些老旧房屋了哈、嗯。那你们现在说修理保养跟保固费，那我不晓得像虎尾糖厂这边哦、啊，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来，28，说明一下来。跟委员报告，虎尾糖厂那边我们。编列的那个，就像我们今年就编列了将近2000万来修缮这些旧有的这些房舍。那同时，我们积极的在向文化部征集一些补助的费用，来加强这个湖北的长期的这些老旧房舍的这个，把它修缮好、哦、来跟地方共同发展这个糖业文化的这个发展。
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啊，听说北港糖厂啊，云林县政府要把这个我们糖厂这些文化的这些糖旧的糖厂设施哈，编列为文化古迹。那你们一听到要编成哈文化古迹的时候，你们就开始拆除，是吗？有吗？没有这个事。没有那个是在没有那个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有发生火灾，这个事是发生火灾，是故意纵火还是那个 是真的发生火灾？调查单位在调查中。好，不是因为要编列文化古迹，然后派人去纵火。我这会联想现在要关了啦。我现在做这种事已经刑责啦。我们认为这绝对是我们很重要的资产，我们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甚至我们会去尽所可能去预防这件事情发生。第一，第二，同时就现有的这些在所谓的古迹文物的这个保护上面的预算，我们绝对会是在用在地方里面，怎么样提升它的这个品质？好，跟委员做这个保证。所以你们内部对火灾的原因还不知道？多久了？多久了？几啊个月？照你讲应该出来了，你敢没一点信息？六个月哪有可能？你的鉴定报告我出来，那鉴定报告到底什么？你们到现在搞不清楚。不是啊，这不太可能会拖到六个月还没有结果出来吧？去了解，是你们都没有主动去了解吧？那如果了解出来是有人为的东西，你们追不追究？或者有过失追不追究？那一定有过失，有人为一定追究。那你们后续怎么处理？可能六个月你们还不知道呢。后续是要就。好可怜的代志。会重建吗？还是就整个就改变了啊？就你们后续会怎么处理？跟委员报告，后续哈，我们会依照那个县政府那个文化处的指示哈，我们把那些遗构，那个火烧那些遗构，委托专家再做一个清理啊，那现场的保留，那这个清理计划都要经过县政府核准。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这个工作烧掉多少栋呢？总共烧掉多少栋？烧掉多少栋？就一栋，是不是？那一栋本身，主席不是一栋，是烧掉多少栋？平均呐、一年一栋了。他现在讲那一栋是北港，还不是湖尾。如果这样表示你们的管理有问题啊，这一定有问题、啊。彻查啦，写一个主决议啦。而且是这样子哈。为什么县政府的话要把湖尾糖厂指定为文化资产？台糖公司不跟县政府好好的沟通协调，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那台糖就要动员这种几百位的员工，然后到县政府在举办的通车通行的典礼去那里抗议。台糖抗议县政府，好，请问一下是谁下令的？是谁下令我们的区经理，两个动员的几百位的员工啊，都没上班，啊，我几啊百是对的来，几百位从哪边来？董事长，我跟你说哦，董事长，我二月一号就职立法委员，我到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讲，是你在做当事长呢？是你在做当事长的选举，那区经理在叮当呢？啊，你哪不做当事长呢？之前呢，我一直不断的反映这个问题哟、哦。台长怎么对待我？台长怎么对待我？开什么玩笑？好，跟各位委员，我想这个案子的话，我们像刚那个赵伟讲的，我们会成立一个这个专责小组来做调查。那写一个主决议，要多久？多久？一个月内做一个专案报告，一个月内写出报告来。没有啦，你们有一些观念要去改变。你等一下，谁在负责写这个主决议？这一些旧有的建筑是资产。我们来写一个主决议好了。好，你们可以用旧有的建筑把它转换成观光，也是你们另外一种财啊。我跟委员报告哈。你知道次长？他们就是觉得说县政府的敢啰嗦的被敢指定为文化资产，你是吗？湖尾人的话是站出来抗议的，你知道吗？那个还跟我无关哦。以前的话，湖尾那个王立平的话就带一群人的话抗议，你们以前台糖的土地是卖给什么？卖给建商呢？一栋一栋人起出去呢？到尾人等于栋起来，你后生，伊只平均一年甲你烧一栋厝就对了啦。迄落烧掉的我们当地哦，烧掉的那是古迹，那个古迹如果有修复调查报告。可以原样重建仍是古迹哦，
我们蔡瑞月舞蹈这个事情还是要慎重烧掉以后，你看每个委员都有意见，是是，所以你还是要赶快追查到底原因在哪里，好不好？总经理，不好意思，我插个嘴哈，这个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这个就如同你上任讲的，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台糖对我们的台糖土地一定要它的感情存在。哦、所以这个、哦、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写一个主权一个月内、啊、在年底以前、啊、不要说一个月，年底以前一定要提出、哦、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哦、这北淡红遭受不白之冤，而且对你们的资产管理有这么大的疏失，对不对？好、哦，安尼未来塞呗，年底前好不好？我跟你讲，说真的哦，六个月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就是有点离谱了。你管理队嘛，跟国管会嘛，好不？好，我想就这一部分，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会就这个议题哈、哦，尽快提一个报告，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年底前。但是我同时也要稍微就刚才委员提到的。就是我们管理阶层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我认为以前那种态度，如果诚如刚刚委员提到的，跟地方政府是对立的角度看，是绝对是不对的。那我们甚至于希望说，我们内部在未来，尤其在文化资产这一块，啊，我们希望甚至于是跟地方的政府呢去合作，怎么样把这些有文化的产物呢变成台湾的一个资产。好，董事长这边你们可能内部哈、哦、要成立一个，比如说小组专，就是你在负责让公司内部知道说这些列为文化资产、哦、不是公司前进的什么、哦、主力，它实际上是一个助力、哦、好吧、哦、对，不然会让我们担心，就说啊，你们会不会，不是说你们自己烧啦，只是说你们会乐见其成。没有，徐委员、哦、徐委员你知道吗，这个绝对是什么，我们区经理哦，你们区经理为什么敢这样，一定是上面有人在给他撑腰，一定是上面有人在撑腰啊，然后你知道是受益的啊，你还是你是受益的啊，不然怎么可能？不然他平均几年学习动处，啊，过来，那家己安那那家安那走，那一定是你们上面受益给他撑腰的嘛？啊，不，那快钱就要带起来，共行都还没有被调职，啊？为什么等到你当董事长才调到你们总公司去？你都用那普通的看不死。好，我们就写一个主决议好不好？大家都非常的愤慨，替苏委员感到年底前一定把这个报告出来，是好，年底前一定。那你们现在赶快写主决议哈。那这样的话，各位委员，二十三案啊，还有23案，我的没有人啊，没有人、啊。23案就是不了不了不了，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好来，这不当不当啊，来请说，就是第23案的部分，我们这个过。第20案就已经讲到，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拿到平均领到22万人。那台糖自己的本业其实都一直在亏损哦。这里在这个福利费的部分呢，又要去补助退休员工春节联谊这个支出哦，要编列3847万。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样无缘无故要编列这个预算要做什么？来，请说明。来，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有两个，一个就是退休的员工了哈，退休员工我们是依据行政院这个照护事项来办理，这就是等于是退目前就是说退休的时候，现在只有一年一次，在这个快过年之前大家聚会一下，花了这个钱啦，这样子哈，照顾一下这样子啦。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是休假理由补助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国营事业里面没有这个国民旅游卡，所以我们有这个休假补助是也是一人一万六，这里面就这是整个国营一个人编多少？一个人多少？8000块钱，我们一共用3970个人。你们的年终奖金加绩效奖金比人家公务人员好，公务人员没有的东西你们还要补进来。我们跟各位报告，因为这我们没有这个国民旅游卡了哈。那另外就是说，公务人员没有你们绩效奖金呐、啊。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不休假，也会导致说要做这个出勤的加班费了。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你不用讲了，我们委员一听就知道。我们问委员的意见呐，这条要给当我了。一波国民旅游卡，这个整个国营事业都是一样，并不是我们。国民旅游，我哪在讲话，你得点点好不好？你替你讲话啊，你个都在创啥？那个国民旅游卡是一个公务员16000啦，好，那他们没有国民旅游卡，他们减半编列一个人8000块啦。
那国民旅游卡是这样，每一年预算协商的时候都有案说要删，最后每一年都没有删，原因是因为它用来刺激景气啦，尤其是传统产业啦，好，还有促进观光啦。所以这一条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决策，我们要比照国民旅游卡的政策给它照列，还是要给它删？那我是比较建议说，因为国民旅游卡没有动，那我们就不要给它动了，看大家觉得怎样？但是我赞成呢。对啦，我建议先保留一下啦，不要跟公务人员差距太大啦。本来我是干嘛的啦吼，其实还是余庄长该给你们的，我们都会给啦。但是为什么大家委员对你们有这么大的意见？好，不是针对人，就是说我们一直说台长的用人成本费用都那么高哦，啊这个哈，其实，哎。啊，这个哈是，所以哈，董事长，我们是基于语重心长啊，我还是建议啦哈，这个还是不要删啦。啊，我其实哦，其实哦，这个这，其实这一笔哦，我还是真的觉得好犹豫，因为最主要的是哦，像台糖在我们花莲地区那个糖厂的冰很有名哦，一个月的一年的营收1亿，但是不够养在地的员工，哎，你们真的要多多努力，要扩大你们的营收，好不好？不然的话，说实在的，这些编列给你们真的很浪费呢。这样好不好？花莲哈，花莲真的偏乡了。花莲跟台东，台糖在花莲跟台东的资产跟业务，哈，有什么是活化在地的项目？那我们可以写一个决议，哈，就是刚刚增加税入的5000万，里面一定要包含哈，用在花莲、台东当中属于台糖可以活化在地的业务上面了。你们去找出一个项目来，那个项目呢？你现在怎么又跟你在讲福利费，怎么又讲到那个东西去、啊？对，我是因为那个高路委员提到那部分嘛，哈，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希望钱用在花莲那个地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云林用那个哈，王惠美彰化也要啦，都没有活化地方，对真的没有活化到、啊。我们花莲县啊，拜托一下。花莲真的好惨哦，那就文化资产的部分、来了，我全省啦，就用在文化资产活化嘛，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就云林彰化也都有文化资产，不止5000万啦，要1亿啦。可是我们刚刚只增加5000万嘛，就是那5000万要把它放在活化文化资产的地方，那个好像在70几案呢、啊。我们到时候来讨论那部分了，好，好不好？謝謝委员，那所以这个部分就给他照列，好不好？不是的，委员注意一下哦。你看19项的话，临时人员的薪资你看这么高，然后用人费用又有奖金，然后用人费用又有什么福利费，你看没？然后哪一个事业体？因为你知道这个太笼统，若是哪一个事业体的话，它是未来它是有潜力的，然后可能说明年的计划它是可以好好执行，未了钱就对了。那讲临时要爱人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了，但是问题是这个钱到用到哪里去啊？是又要去照顾哪一个事业体的话，就是安那会了钱的，啊哪个会了钱啊都啊，你就要去考虑是到底是要减项还是要塑身，干不起安呢？啊那又是照例呢？那有照例的道理呢？来，那个苏委员提案是要减列50%了哈，对不对？我就觉得没有道理了。那个扣除哈，扣除国那个8000块的那个国民旅游卡相对部分之后，剩下多少？来，扣除以后剩下多少？500万。剩下500万嘛。那500万就是照顾退休员工嘛，所以他就2笔啊，一笔呢是相对于国民旅游卡，那一块我是建议我们不要处理，不要我们给他照列啦，好，那剩下的500万哈是退休员工的旅游啦，那退休员工的旅游一定要用退休员工的什么啊？开会，开什么会？照顾他就等于是在过年之前联谊，对联谊，联谊啦，对对对，是不是？那这个部分能不能酌减啦？就你们还是联谊，但是这样也没道理，人过去付出的人你要同钱，好啊，这样没照例啊，你不你就好，人家照例就好啊，不然你就再叫他们，这样我会建议啊，我会建议你跟他先冻结啦，到了年底他们检讨他们自己的业务量 OK 的，那当然我们就全给来啦，500万冻结好不好？500万，我
我跟你讲，退休的员工，我觉得你们在动人家这一块，我很不能够接受。那、啊、你又说要冻结，你要冻结什么？那国民旅游我要冻结全部啊？不是不是，国民旅游他马上要下去用了、啊，最近在陆客没有来，在刺激景气啊。嘛，因为安内都有景气较好啦。有啦，有差啦。有差啦，有差有差。哎，民间在叮当的钱吼，卖个减少啦。民间的生意在叮当的钱卖个相减少。主席，来苏委员，二十是什奖金是什么意思了？奖金是啥？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去奖金的话，那我们就跳到奖金。奖金这么多，奖金有八亿多。我们奖金已经冻结一亿了，来苏委员。那我们不然就处理奖金了，好不好？好好，我们就处理奖金哈。奖金冻结一亿。啊，你事业体拢开始做甲了钱，啊，哪个什么奖金要奖给谁啦？董事长要奖给谁嘛？啊，管总啊，你们这个奖金是要发给谁嘛？是讲什么吗？雷声大雨声小啊！是要奖给谁嘛？奖金的编列大概两块，一个就是我们的绩效奖金，一个是工作奖金了、哦、大概这两大块。那个是有什么绩效？照基本的那个编列，有什么绩效？预算的编列，对，预算编列的话，实际上会核实来支付了。奖金嘛，来来，都话奖金有挂啦，都挂工冻结一亿啦。啊，你怎么要搁等下讲？冻结一亿。好了，主席，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奖金处理就好了。那这边呢，先给台堂一个机会，先照例。然后就是花莲这边，好，有关文化资产的，我们到后面对，好好的去做。来，为什么今天？所以现在奖金刚刚我们已经说冻结一亿，那现在苏委员要回来吗？那个台东糖厂哈，那个服务绩效要好一点，好不好？啊，特别是对对，有道理。好，这个台东糖厂的服务绩效好一点呢。不是主席，每个地方都要要求啦。台长真的要好好的，主席用人的费用哈，每个地方都不好。讲没有特别指明台东糖厂，冻结一亿。那为什么冻结一亿？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冻呢、啊？对不对？就是要说明那个奖金哈是如何的发放，因为你八亿多，因为你8亿7000多万，你是有冻结一亿。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台糖的事业体。也没有绩效可言，也没有什么潜力未来性可言，那还敢编了这个奖金，而且才冻结一亿，冻结50%吧，对不对？他们总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未来的奖金他们怎么去运用。如果你冻结一亿的话，那7亿多的话他就用完了，没问题、啊，对不对？你就先冻结50%吧，对不对？你冻结50%，你这笔奖金总共有8亿7000多万呢、欸。该做冻结50%，好不好？我们刚刚那个一亿改成50%，50%冻结。好了，我建议一下好不好？我们不要一次冻到50%啦。等一下哈，他们员工跟工阿里民进党上任以后的，谁搞完的奖金都冻结哈？这，哎呀，咱家无党派就事论事啦。三十啦，好啦好啦好啦，拢好啦。30%。好了，那就冻结50%嘛、哦，把那个台东糖厂的服务绩效弄好一点。我简单问一句啦，奖金的发放是年底发放是不是？后年呐、啊，后年嘛，那后年发放了。我们要的是，我们讲过了，啊，刚刚已经说书面报告来就解冻嘛，但是要让我们冻结一亿跟冻结50%意思是一样的嘛，哈、啊，没差啦。好，来那个第18案到第34案哈，现在我们。还有包括34之1，那我们就第20案，我们冻结50%，其余各案照列。现在呢，我们35案到38案哈，因为这几个案它是采事业部方式删减，所以我们暂时略过，全部处理完毕再回头来看哈。它跟我们的那个处理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了要看细项，必须先把它略过哈。那后面哈，后面长长一串呢，我们把它分3块。后面这长串一直到64案呢，全部都是成本。那其中到53案是1块劳务成本的服务，到58是另1块，它是加油站跟废弃物，大家会比较关心。那59到64是1块，我们把它分成3块，所以现在先处理35案到53案比较固定成本的部分。来，现在请说明35到53，等于是39到53的意思啦。好，来，苏委员请说。
有，37那个等一下要回头啦，因为你那个是用事业部的，好，没有关系，那现在是39，39到53。39到53。41案，我的案了，来，我的案，那个砂糖事业部门亏损1.71亿，那你们都说要提这个调整策略经营方式，但是成效不好啊，这个问题是在哪里？砂糖事业部，因为目前讲的是初糖厂，初糖厂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它41啊，就是甘蔗糖厂，甘蔗糖厂，因为湖尾善化，它第一个就是刚刚像各位委员讲的，它是等于是我们的压榨机那些设备，也可以说都是历史悠久了，也有点类似文化古迹了哈。因为像我们的压榨机，它已经用了差不多90年了哈，那个设备也是相当的老旧啊，然后发电机也是蛮老旧。大声一点好不好？那个压榨机跟发电机的设备都是相当，设备比较老旧，所以它的制造的成本，因为是农产加工，所以它的成本大概都是超过大概一公斤都是30块钱啊。那它主要的哦，你以为设备老旧，成本让你管这些听不落呢？所以就要现在就是要逐渐要去更新它的一些的设备。你在做生意，在市场，在拼命夹的，结果恁那设备老旧，所以讲你成本就高了。啊，这种话题来才在讲。怎么样提升你的调整它的你们的经营绩效？那么我们目前就是说，我们把它的设就是提升高质化的产品。那这几年我们都一直让那个黑糖的量增加，还有黑糖姜母茶也增加，因为这个单价会比较高。那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初糖厂，因为它的成本是30块，但是它的售价只有21块多，所以它固定，它就是卖一公斤的糖就是会亏到9块钱，好，所以一年假设是50000多吨的糖，它就是会亏到这个将近5亿。嘿，啊，结果是因为设备老旧，这个我成本价比那个出售价还要高。那一定是赔本啊！等一下换苏委员。那这个怎么办呢？怎么改善？湖尾善化厂。我想这个简单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因为从甘蔗来制糖的话，甘蔗种植生产，我们有很多跟蔗农要去跟他契作，然后跟他有一个保证收购的价格，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在甘蔗制糖这一块的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进口糖成本要高。好，那这个是很历史悠久，或者是本来产业发展的状况。对，那这个保证收购的成本就是比较高，那卖的价钱比较低，所以这部分那这么感人的故事，你们完全没有行销，没有让国人爱买台糖的砂糖，对不对？是这块，你们根本没有在做生意啊，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啊。这块要努力，是。那个刚刚苏委员一直举手，我们请苏委员先表示意见。可不可以请解释一下哈？就是42号哈，销售成本我们的猪只了哈，啊，那的迄个我们的那的迄个畜殖部来讲，我们还算是赔的，还是赔的哈。那这个猪只的成本，销售的成本哦，这有没有跟其他的养猪业者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想到也了解呢，那起地也了解，最主要咱是都会成本比别人较悬，啊，无咱来起地也了解，啊，然后台湾咱咧看起地也呐起较大号。只要拿一板头以上的对啦，他们家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进口车，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他能起底？成本一堆，大锅菜较好吃啊！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在这边这个间接成本方面哈，有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公安环保哈，公安尤其是在环保这方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哈、哦、会从今年哈、哦、明年106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沼气发电这方面，我们会特别哦来有，假如说力道来推动。好，谢谢。对不起，不要讲到106年，我是问说从今天之前呢、啊，过去想要起地也了解呢、啊。董事长，跟你爱张公贵去，你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啊？不把人起地也探起看看，你带人的起地都了解，啊，你的成本是伫多一部分比人较悬嘛？间接成本，人家你卖个卖个，后摆你要投资啥？后摆你要投资沼气发电，我们当然清楚啊。他的脸上就是写沼气发电啊。是，
靠味道了，可能是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其实不只是这个猪只砂糖也一样，其实一部分刚才关委员提到的，我们的产品是有特色，我们行销上面需要努力，怎么样包装把这个故事出来，创造价值，这部分是我们过去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第二点是我们在养猪也好，或者是砂糖也好，其实过去我从企业的角度看，就是说我们没有去投资，没有去提升，导致这个器材的效率很低。换句话说，我们还是用很低效能的机器呢去做我们生产的东西。所以我想简单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会全面去再重新规划，我们从行销的角度，从生产的角度。但这边希望委员能够帮忙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企业需的确是需要一些投资，因为我们基本上有十年二十年没有努力投资了。董事长，你是一个哈历史界新的董事长，所以对未来来讲的话，我们是期待很高。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董事长你发现了吗？为什么过去台糖的话给谁经营，哪个人在当董事长的时候啊，想到将来做该了解啊，你若不了出工的时候啊，都也了解，是不是用人的成本太高，是不是饲料的进口费用太贵，还是怎么样啊？啊，不想到哪里了解啊？啊，你总是爱搞文讲嘛，委婉，你们爱搞文讲起的嘛？啊，你拢讲未出来，啊，你都讲讲为什么会了解啊？未来你变哪改善，过去会了解的部分，你要怎么样降低成本嘛？我搞委婉 ，OK。最主要过去市地哦，台糖苏正清委员嘛有甲阮接触过，应该嘛真清楚。台糖咧市地是唔敢偷食补的啦，啊唔敢用不应该用的药啊。而且因为制造上的问题，阮咧采工玉米的时阵，阮拢买的玉米是品质好的玉米，唔敢乌白烂。啊，你采工的时阵，因是公家的制度，采工较无迄种弹性。咱想讲要采工，爱个。爱个广告有诶无诶，成本会较悬，吼、哦，包括他拄下所有员毛问到诶，事实用人成本毛较悬点啊，吼、哦，种即种原因，啊，最主要是唔敢偷用药啊，包括讲所谓的瘦肉精。好啦，迄、那个我好啦，我甲迄落大家讲一个观念啦，吼。我来往民间对比，那如果这样，连民间你们都没办法去有企业竞争，那你们畜殖部就关起来，嘛免你等这种物料。您讲的公告我都叫不来啊，啊人别人拢不叫不来，所以才趁钱。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落差太大哦。我想原因不是只有一个，我打到往台湾，我咧讲，人在 Q 比赛，啊咱台中更 Q， 拢 Q 到地捞赛，恁就无材料跟人拼嘛。对不？啊，不是讲拼，就是叫做讲一定讲啊，是因为咱偷食补啊，所以阮的拢是品质保证，所以阮的介绍要管。啊，那恁规个关卡来拼别行做生意，啊，帮伫地方做着污染，我讲坦白话，对不？所以今日地方有足侪民怨先啊，所以人委员大家咧讲讲，不要检讨原因。当然，这个如果是你们都把变成都正面表列的，啊，你拢无负面的呀嘛，对不？所以哈、哦，我觉得还是要检讨啦。哎、啊，那是啦，我搁伫遮，我来讲话，我一定爱搁检验成本的。对吧？我再快讲，就是说，的确我们今天做得很不好。我们看到的原因，基本上我们的生产的科技、生产的方法跟模式，跟外面好的我们所看到的科技，大概相差大概十年到二十年以上不等。所以我们要快的做一个生产上面的投资，比如说让我们的猪只的存活率可以高一点。我们现在存活率跟市场竞争是比较低一点。种种这些细节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投资在这个产业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个主席，奖金有没有发给畜殖部？啊，恁的奖金吗？啊，恁的福利费呀？福利费有没有给这些赔钱的事业部啊？有没有发给他们呢、啊？有没有用到这个呢？你的奖金跟福利费是用到哪个事业部啊？奖金是、哦、那个苏委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赔钱的事业部就没奖金，这样才合理。所以你们如果说我这一部是赔钱的，那我这一部就不给奖金了、啊。现在苏委员是这个意思，就是亏损的事业部的奖金，它是相对来讲一定是会比赚钱的要来的少了。我想这个是基本的原则了哈，就是我们是会有一个差异化的这个奖金发放的一个制度。而且是会逐年把那个差落差把它拉开来，这样。为什么三九牧场可以赚钱？为什么三九牧场可以赚钱？而且它
人家赚的是放口袋，他们赚的是放公部门的预的那个。然后他三九牧场人做开这样啦，那个委员对啊，人做开有品牌啊，台糖的养猪业的这个我们的品牌在哪里？品牌就对嘛。啊，咱那什么拢用上好的，啊，咱饲料嘛讲用好的，啊，咱拢叫起工来。你们做一个专案调查，就是砂糖事业部跟那个畜殖事业部，哦，如何能够调整盈亏，然后变成是有竞争力的产业？你们做一个专案的研究报告，跟提出你们要改善的那个措施计划。来，主席，我补充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他既然讲到的品质都超越其他的这些养猪业了哈，那你的成本也是高出人家的五倍啦，好，你的成本大概每公斤都要千元以上嘛哈，那别人大概只有两百块哈，那你卖的价格有没有高于别人的五倍啦？没有，一般来讲，你的品质好，你就是会有。哦，就是价格一定比较高嘛，哈。那个过去的那个品牌的形象越来越淡薄了。有这个第一点呢，哈。那第二个呢？你投资在越南的哦，台越跟越府啊，哈，这两个养猪场到底目前来讲是有没有赚钱，还是一直在亏本？那如果还是在亏本的话，为什么要到越南去养猪？哦，因为你投资是要赚钱嘛。如果你投资没有赚钱的话，何必在那边哦港？一样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啦。在第三点我要请问啦，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有很多委外的这些产品啦，啊，包括水饺哦，猪肉水饺哦，这个是用你台糖的猪的猪肉吗？哦，还是别人养的猪啦？哦，那你就没有办法一贯作业。所以你现在包括哦每年的抽查哦，抽查其实有不合格率也是相当高，所以就是你委外经营的部分也要好好的仔细去检讨。好，我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些哈。那各位委员决定怎么样？冻结哪一个？就这个冻结一部分，觉得成本都应该，然后就刚才委员所提的，提一个专案报告，怎么样提升你们的这个经营绩效，降低成本？砍5%，砍5%。你要用哪一个案砍5%？啊！你拢讲新人爱会先做钱，你要用第四十二案减列5%。我每年我才阁写较济啊。你要用四十二案减列五趴，吓。猪的，哎，猪要减列五趴，系啊。要不然就四十一案也可以啊。一亿呢？我四十一案也可以啊。四十一案也可以减五趴。整个砂糖的。安尼，你安怎来？恁看会懂的无？来，我恁讲一下。那会不会懂你啦？因为这些是基本的生产的成本了，像猪的生产成本最主要是饲料了，哦，啊，起料你进口一起啦，生物资产，哎，对对，伊迄卖迄个底下伊的名就挂在，因为它是一个会计科目的一个定义了，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如果把它成本减的这么多，你们养猪大概一年要会赚多少？因为最主要是。冻结5%，我们写个专案报告，这样冻20%啦，写个专案报告，冻20%到我们委员会报告再行。专案报告了，好，针对这个油品还有养猪的，好不好？糖跟那个全部都冻二十。我们那个从第39案到第53案，哈，我们就所涉及了，所涉及各项目，我们要选一案吧，应该还是选41或42吧，哈，其中以42案冻结5%，然后冻结20%，我冻结20%，你用42案冻结20%，41也冻结20%哦，对，刚就各冻10%好了，好不好？各冻10%嘛，各冻10%，41案跟42案哈，分别冻结10%，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专案报告。那个写一个主决议来哈，是那个专案报告来了以后，你们调查报告还有将来的改善措施报告送来了以后才可以解冻，好，那其余个案照列，好，来54到58。来，我们看54到58案，来54到58，废弃物处理跟加油站，这个钱大概是不敢跟你们减啦，哈，但是委员一定有很多要叮咛的，我们请委员表示意见好不好？57案哈，你们那个油品
长期亏损哈，加油站，那你们这个是要怎么样？又是成本的问题，服务费用是怎么样？啊，现在整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其实在从去年啊就已经都有赚钱了，今年度也持续在赚钱，哦，都已经改善了啦，哦，所以这边要特别跟委员报告。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有关相关细节专案报告以后啊，啊这个部分就不要跟我们冻结。是，有赚钱是我这个提案写的不对，还是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前是没赚钱吗？104年之前是有小亏损了，那104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那今年度也持续在获利，是。什么时候开始？104年，是。好，谢谢。好，这个部分大概很难给他们剪，因为那种废弃物处理哈，还是需要。不过我要讲一下，你们的那个绩效可能要再提升一点哦，跟一般民众自行经营的那个烧的那个吨数哦，好像有稍微少了一点点哦，好不好？好，再加油一下了，好不好哈？好，那我们就54到58照列了哈。我们现在讨论59到64，好吗？62还是我的案哈？这个就是那个你们那个台糖哈，台糖就是针对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内的土地啊，你们现在都是说配合大富大农的政策了哈，在平地造林。但是这个土地里面呢，有一些是原住民的土地了，啊，那这个所以呢，我说，那你们要怎么样跟现在转型正义哈，马上要推动，啊，总统府这边也要马上要召开转型正义的一个第一次会议，所以我说你们要怎么样哈，台糖这边怎么样针对我们蔡英文总统的道歉，传统领域土地，那要即将召开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会议的时候，有没有要跟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共管的一个机制？到现在为止，台糖都这个都还没有做到，啊，所以我特别提这个案子哈，想听听看你们的一个办法，不是只有花莲哦，台南也有吧哈，啊，台南也有，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啊，是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共管机制可能要求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开发或者有其他的做经营的这个部分，大概要跟那个，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民会，哎，那个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民法那个规定哈，就是说这个部分如果是属于哎我们有开发的行为，那这个部分要跟原民哎当地的原住民族去取得联系。是，那这个部分因为，欸，我们做农业使用这个部分不在那个，哦，我这边说明一下，刚好孔委员写的就是我的部落，这个大农大富在民国100年马英九总统5月24号开幕的那一天哦，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族去那里抗议哦，尤其是当地的阿美族，你们其实都非常清楚哦，所以不要假装没有看到。那有关于这个共管的机制哦，也不是因为说你只要是有开发才有共管哦，不管是你是在一个生态保育区，或者是你在国家风景管理区，或是你要做任何一个资源的使用，共管是在自然资源使用的权利上就是有共管的机制哦，所以不要因为说这个原民会没有讲就不要做。我觉得台糖应该要身先士卒，不是身先士卒，就一定要先跟，不是没有要牺牲，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所以台糖，你看这里写的大农大富，哦，你们如果要去弥平，就是跟当地的原住民的这样一个争议哦，这个首先就应该要做，而且民间的学术界都已经针对大农大富哦，这个有关于生态保育的部分，要跟当地的族人、跟当地的居民、客家人、其他的村庄做一起共管哦，所以台糖一定要一起做，好不好？不是只是民间在做啊，你们也要一起做啊，好。那个接下来苏委员，台糖这边哦，投资性的不动产哦，在这边的话跟台糖交换个意见哦，因为刚好是经济部的次长在这边，那次长的话之前身的话是水利署署长哦，那这么讲的讲，管政府甲台糖做土地，啊做土地时，咱咧做自洪池的运用嘛，啊我这么是讲的时候，台糖是不是要开始改变的一种投资不动产的观念？
哎，现在那个什么太阳能光电呢？太阳能光电的话，台糖在太阳能光电，在这个整个能源的产业的话，台糖你们做了哪些啦？你们有没有抓到？你们有没有搭这一班火车？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一年365天的话，志宏池顶多就是用一个礼拜嘛，对不对？365天用7天，如果好立功用十五天的，对，365天减掉15天，其他的天数呢？其他天数来讲，这块土地基本上是什么？是没有在运用的。所以呢，如果是可以跟着国家的政策，然后又可以创造我们土地投资的利用价值，那其实双方都可以合作嘛。嗯哼。好，谢谢苏委员刚刚的建议。目前太阳能光电的这个推展计划呢，所有的国营事业都已经经过盘点，包括台南公司在内。那能够用的土地或者是屋顶，每一个单位都要求请他们要全力投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已经作为其他的水利用地的土地，目前也在我们的推动计划里面，包括志宏池的土地，哪一些志宏池水面可以做漂浮型的水力发电，志宏池的周边有没有做陆上型的这种太阳光电的这种机会，都经过盘点。所以现在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目标，每一个土地都有一个目标值，那这个资料我们再提给委员的做参考。那你们现在盘点了有多少公顷呢？好，主席好，那个杨市长哈，过去我们的8年800亿，现在到6年600亿的留中计划，好，那么有关于在留中计划的话，因为卡到很多很多的用地，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水利工程就没有办法进行。那么很明显有个案子就是北港志宏池，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处长，你们开了几次的话的评估的会议？那么现在这个案子现在进行到哪里？跟委员报告哈，这个部分大概我们请水利署五合局这边在评估，在短期大概马上要解决这个淹水的部分，大概需要多少面积，然后他要挖多深哈，这个部分他们在评估。那完了以后土地的使用方式，我们进一步还会再谈。那么市长可不可以麻烦好不好？这个案子可不可以交给你列管好不好？以后了了，等于那边猛攻，而且相关的进度都让人懵了。因为台糖我们的土地管理的陈处长一直尽忠职守，伊那的土地的狗是够加精力了，你知？但是我们现在是说活化利用，把太阳能光电的产业带进来了，安内然后把新观念、新产业、新思维带进来，你们台糖反而可以赚钱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共同合作了，不是要给恁台糖提土地了，安内好唔好？好，那个你们现在盘点出来的到底有多少公顷要来做太阳能光电？不是都有盘点了吗？你们说要增加100处嘛？我看你们的计划现在是少的可怜呐，很难看呐。是目前我们其实加油站的屋顶大概就有40座了。对呀，那个都好小。然后有一些我们砂糖事业部的那个屋顶也有在做。那我们盘点完了以后，总的那个屋顶的面积有可能有潜力的，因为它有些方位有一些的那个建物的东西。不过说真的，我们很先讲屋顶啊，是土地啊。那屋顶型我们统计了以后，大概应该有整个加起来大概有10几20公顷的面积可以累计起来的面积哦。那这是屋顶型啊，地面型我们也有几块土地，那这有些几块土地，有些还有一些法令上需要去克服突破，好比说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啦，我们跟农委会也在谈。好，那我们知道了，就是有在盘点就对了啦。好，所以委员的概念你们就要拿回去好好检讨执行。不过我们反对你们在可运用的农地上面去弄太阳光电哦。你们盘点的结果哈，来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好，你等一下写个主决议。好，是这个我们写个主决议。好，来空委员。那个刚才原住民这一块，那个我刚才问的问题哈，你的答复我不满意啊。哦，答复我不满意，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嘛？孔委员的问题。哦，那你们那个共管机制要怎么推动？共管机制。哦，你们都没有答不出所以然。不然他们共管机制回去研议好不好？对，写一个报告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从台糖哈，我是给你一个比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哈，你们都是片面的忽视，就像刚才高鲁院委员讲的，啊，那这笔案呢，我坚持要冻结50%，啊，提一个专案报告。50太高，你是哪一案的50？哎呀，12亿那个太高哦，委员，大家再讨论一下。
好，主席，我针对刚刚刘世芳委员来针对台糖的土地哈，要来建设太阳能了哈。那我现在请教你，就是你每一处大概预计花多少钱呢哈？中油是每一处预计花6到8亿了哈，那可能初步它就是100处嘛哈。那我不晓得台糖目前的规划，因为你是一个亏钱的单位，你到底目前来配合这个政策，你还有多少预算可以来配合这个政策？那你预期效益是多少？能够。因为配合太阳能光电的政策，让你的这个事业转亏为盈吗？有没有办法？这部分跟委员报告，还是真正农地又拿来没有活化农地，然后拿来种太阳能？是这部分跟委员报告，我们盘点出来的结果，分成不同的考虑了。那有些地方我们大概就是用出租的方式标租给业者，他愿意建设太阳能，他就会来租。好比说有一些屋顶，我们不一定自己盖。那有些地方的话，我们如果说要自行投资，我们大概会算效益，算得出20年的回收报酬率，如果说有一个基本的合理的话，我们才会自行来投资。我想大概分这两部分来做。那你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限制地层下限区的易淹水地区、不利耕种区，还是只要你农塘、你台塘的农地都可以出租？没有，就像委员刚刚讲的，至少刚才委员讲到的这个地层下限地区已经长期在淹水，已经不利耕作了，那还要跟农委会去确定说这个是不是已经划入他可以去开放的范围。就农地的部分一定是这样来处理。是，我是希望能够跟农委会那边充分利用的土地，绝对不能拿来种太阳能。了解了解，这个要注意哈，农地农用。好，来那个刘委员。好，谢谢。我这一案呢，就是请苏志芬委员还有管碧玲委员跟黄伟哲委员帮忙哈。这是我们在南子地区啊，有一个是台糖合建的一个都会金融社区了哈。那87年到现在哈，那因为它的污水下水道处理的不好。现在跟居民有争执的地方就是说台糖一直觉得说他要把这个处理污水下水道的钱给一个叫做管委会，可是他们的房屋建筑它是一户一栋，它不是一整个，没有办法成立管委会，所以我觉得台糖就变成推来推去。这件案子我在21号的时候也跟那个董事长呢质询过，董事长说要将心比心来处理了哈。那我提案冻结400万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协调非常久，如果台糖公司自己可以去把这个所谓的原来的污水槽封填，然后把下水道检测费用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理的费用大概只有将近200万全部处理好，不要说要推给一个并不存在的管委会去处理，那我不晓得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你都可以对外公开招标来处理，因为土地也是你们的，公共设施的土地都是台糖的，那就一直拖到现在，真的是非常久。我接手的时候是处理2年，在这之前有其他委员在处理，也是没有结果。这很离谱。那这些已经对啊，这个已经有1000多人，有1000多人仍然是这样子受苦受难呢。来说明一下，怎么会这么没有效率？就跟委员报告啊，这里面的症结的问题是刚陈主那个委员所讲的啊，就是说那个管理委员会那个部分的那个法定位阶的部分。不是，我刚有提到了，因为你这个都会金融社区的特殊问题，它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已经申请过，然后因为它是一户一个权益，不是所谓的共同十分。行不通的路，你一直行啦，所以一直拖啦，这个意思啦。你们自己把这些那个污水槽封填起来，然后把应该处理的那个检测费用就直接给了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空的管理委员会呢？后续跟委员报告。你先听我讲完了哈。然后他那个里长就说，可不可以用里长的担保的方式，然后他来处理，说不行，里长是个人，那你们公共基金拨不下去，你不能说因为你有钱然后拜托别人做，他们说没有办法有这样子可以受体去处理的话，可不可以就台糖自己来处理就好了。我一再强调，总经理，你的你自己亲自土地都是你们的呢，你自己亲自掌舵，立即下去寻找解决途径，哪有这样一拖那么多年。我想这个案子的话我们专案处理。好，我来这个盯着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你要坚持呢，该是你来开，该是等政府开，你来等。他的处理费用的 double 了，他本来处理费用只要将近200万而已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般没有冻结那么多，因为这个400万的话就已经超过20%了。超20%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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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总共是1000。20%的话，哦，可以哈，20%够哈。你是这个案的对，20%呢？260。20%是多少？260。我们一般就是冻结是冻结20%啦。那我没意见，好不好？那个、总共冻结50%，好不好？是那个。等一下，那个回来，那等一下再回来。不是，等一下，那个63，等一下回来哈。20%我没有意见，我尊重赵伟的建议。好，我们63案哈，冻结20%，然后由总经理哈召集那个小组寻找合法的解决途径，以后那个把问题那个如何解决哈，有一个一定的进度。你要怎样才要准许他解冻？哎、啊，就是把它处理完了、啊。就是不行了，他们都不能万一一年怎么办？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这样子哦。万一一年怎么办？什么叫处理完？哎，处理完不行。他已经讲，他已经讲好了、就是嗯，他已经讲好了，就是建筑物哈、哦，还有他的那个污水槽的处理，因为市政府的环保局跟水利局应该做的污水下水道都处理好了，但是污水处理槽的封填哈、哦，以及相关要付给环保局的检测费用，只有这两个部分处理好，大概就是只有190几万。那没有人去处理了，他不能请一个里长去处理这件事情，应该是台糖自己来处理。因为我一直在强调，那个土地是台糖的，来、那个、那个公共设施的道路说很容易处理，处理完作为解冻条件，你们 OK 吗？因为你们最了解那个事情的细节。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去处理。昨天我也去现场。不对啦，是不是用这个做解冻条件？你们 OK 啦？你们能很快处理完哦？好，很快。那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你们要去检讨了。能够很快处理的，你们要拖了两年，按对一再回委员就不敬哎。你们确定哦？用这个做解冻条件是史无前例哦。这个是不跟您冻结，所以你拢不要紧的对。啊，你们确定哦？冻到年度结束，然后你们还没办法处理完，那这笔钱就被冻住哦。啊？我想这样子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因为我事先并没有了解，是不是我了解了以后，我提出一个专案的报告到委员会，那一定会把它处理完啊、哦？那今年一定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我们把它案子处理掉嘛？啊、哦，处理完。那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那我们就是提一个专案报告，然后委员这边如果也认同我们那样的处理方式，达到共识了以后，那我们就来解冻这样子。就是就处理方式与。县住户与地方政府三方寻得共识，然后取得处理方式，开始据以执行的时候解冻，这样好不好？好，这样好了。好，尊重，好，尊重主席。好，谢谢哈。那63案我们就这样处理。那剩下60案的部分哈，60案是说要冻结50%，基本上12亿冻结50%。来，你们有没有困难？说明一下。跟委员有没有困难？那个在投资不动产这个处理这方面，是、哦、这个投资性不动产，是不是说你这个钱要马上全部投资？不可能嘛。不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出租的费用。那我这个出租，我一整年的收入是279500万，那我这个费用是12亿。4800万哈，那这个部分，费用的部分最主要是用人哈，大概2.92亿，地价税的部分6.4亿，房屋税大概5400万哈，还有折旧的部分是1.5亿，所以这全部都已经有11.36亿，所以这其实是没有空间呐哈。那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土地或房子出租，那这个相必要的费用。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请来了？刚刚算一算，就是剩下1亿多了，那就冻结1亿了，好不好，龚委员？好，那我们就冻结1亿，好不好？那因为刚刚算的那些固定以外，就剩下1亿，那我们就冻结1亿，这样好不好？那你要他们怎样解冻？这一定要检讨嘛，提出一个报告，专案报告。花东地区的共管可以本席可以协助你们去跟地方处理啦，好不好？好，好，那这个事情用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好，因为跟原住民之间的问题。那个福兴牧场，前天我咨询的那个部分也要好。好，福兴，那就到经济委员会专案报告后解冻。好，那我们59哈到64案。我们就以第60案冻结1亿元专案报告后解冻，以及第63案
冻结20%，然后取得共识的处理方式，据以执行后解冻，那其余照列。接下来65到6，哎，来，好，来是，我曾经看过台糖的简报，就是北港糖厂乙种工业用地要把它转化成太阳能光电区，请问现在这个计划还会再推吗？还有在推吗？这个案子没有，不会推了哈。不会推了。好，对、okay、对对 ，OK， 好，是。好，那我们回到35跟38，因为下面都已经个案都处理完了，我们35到38就不予处理。那接下来呢，65到68，同样的，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处理。好，我们先处理细部。细部的话，69到79属于固定项目的管理跟那个行销费用，我们先处理。先处理69到79案，请大家，你们要不要说明？还是委员先表示意见好了。好，那要含75之1，还有79之1跟79之6，79之1到6就是苏委员的提案哈。那个71案先说明一下好吧？那是我们立法院预算中心的，哦，那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行销费用71案，材料，嗯。71案来，71案是有关营业费用、行销费用、材料用品费的用品消耗。那这部分编的是790几万，那这份编列其实比105年度的850万已经有减少了啦。哦，那这部分因为金额并没有很大，但实际上也有必要去编列。材料跟用品的费用，那这部分是不是能够建议维持？你们找那个代工业者？我们有一些 OEM 的产品找代工业者，但是每一年我们大概都会去做稽查了，哦，那稽查的部分我们会依照他们的一些稽查的结果去要求他们一定要去做改善。那当然有一些的稽查项目，那我们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所以他有一些地方不清洁，我们也认为说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哪个地方并没有整理好也需要做改善，或者是本来是应该不要落地陈列要离地陈列的，他没有做好也要做改善。所以看起来好像他稽查的缺点很多，但基本上的话他都是符合，甚至有很多都是已经是 GMP 的一些工厂的，那这些的话，我们都会要求他尽量要做到每一点每一滴都必须做好，更能做得更好。我想这部分我们会尽量的每一年都会去做。要加强稽查了，哦，加强稽查，然后你们给我们个书面报告。是，好，这部分的话，这是立法院预算中心的嘛？是。主席。我有个很简单的哈，刚刚那个我讲了63案，谢谢主席帮忙哈。那78案因为是同样一件事，所以这案我就撤掉。78案我们撤案。好，谢谢，谢谢。来，还有没有委员有意见？那个保养费用要花6649，是保养什么东西？保养脸部还是保养这个手部还是什么？76案了，啊，保养维修。76来。保养什么？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部分是因为我们管理各个那个厂区的部分哈，我们需要那个些厂区的维护费用。你们都已经停了，那还在维护那个历史建物的部分，我们还在维护。历史建物就是归文资文化资产。对，然后我们现在是列在这个管理费用里面。那如果被列入古迹的，是属于你们负责保养那维护，还是地方政府负责维护，还是？国定古迹是不是文化部要编预算？你要弄清楚啊。对，没有，他们事业单位跟公家机关要自己编预算。对啊，对，那你们这个部分要给我们一些概念嘛？花了6649万，这毕竟不是小数目。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哪些？主要是园区的整理啊，这维护都景观的维护都需要的。还刚才讲的，主要是文化那碧梅文房子的，那个都有在里面。对，这个部分哈，跟黄委员报告，就是刚刚各位委员都很关心，因为各地都有文化资产，包括花莲，啊，包括云林，包括彰化，包括高雄，还有台南哈，所以我们增加的税入的5000万，好，增加的税入的5000万的支用。
我们是希望他们就是放在他所属文化资产的活化跟维护啦。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维护是要我们也同意了，要把这个增加给他们。维护我们也同意了，但活化他们要好好用，更重要，因为活化才能够，不管是社会性或经济性，才能够循环嘛。因为社会性，更多人去看，他才了解这个历史，也是好的啦。我想快快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块文化资产的部分，也就是朝大家的想象在进行，就是把台湾的这个记忆把它活化起来，然后甚至于把它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同时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这样，这是我们一个。那这五千万的支出就是增加在我们刚刚因为增加了五千万的税入，要转税出的时候，我们希望它重点就放在好文化资产、文化资产的维护跟活化嘛，哈。那你们回去以后，科目自行就是说那个，因为它是分散在各个科目嘛，所以你们回去以后秉持原则，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这个我们就做一个决议。那个产业文化资产再生计划，你们真的要加强落实。对，就是放在这里，哈。会，就是因为文化资产就是属于这个再生嘛，哈、嗯，好，那等一下写一个主决议哈，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等于是照列了，好，等于是照列哈，那接下来我们从80到92，哈，80到92的时候有含92之1。好，含92之1，那请大家表示意见。来，来研发费用说一下吧。研发费用，跟各位委员报告。这边各位委员的指教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研发的过程里面，有关于各位指教那个我们的论文比较多，那专利比较少啊，那实际上里面有一些产出呢是按照这个营业秘密来保护的啊，因为有一些成果呢它不利于专利的保护，比如说这个制程方面啊，对于这个专利保护方面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用营业秘密来做保护。用什么来做保护？营业秘密，对，就是营业秘密，用这个营业秘密的方式在公司里面存列，这样子。营业秘密，营业秘密，对。那个86案、87案，86案大概就是谈这个啦。好，那你说营业秘密，那这个怎么克服？你是论文发表比较多嘛？哦，对，那实际应用的专利的，啊，这个比较少。我们就这么说了，国际专利投入产出比啦是怎样？投入产出比啊，你们投入多少营业费用？得到多少专利，或者能够创为公司创，毕竟你们是营业单位嘛，是创造多少营收，或是创造多少利益，啊，或者说外部性，你替国家这样子得到多少一个外部上的这个名声呢，或是怎么样？目前里面公司里面的这个内控的规定，对研究单位的话，我们就是在每啥？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什么专利？现在可以给大家用的。就是说你的制程，哦，有什么？本委员会也不了解你的制程，不了解你的方程式。你要告诉我说，你们大概投入了多少 R&D 费用，哦，研发费用？那预计可以多少？是我们对于学术单位都这么要求，何况是你们是营业单位？是，我们的因为不是以论文的发表当成最重要的这个成果啦，那我们在，要不然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佛心来了。不是，我们在协助公司里面的这些比如你举个例，哪一个研发对公司有很大的发展，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是，我们在比如说最近这一年多呢。在羊桔梗的萃取液，还有这个益母草的这个产品，还有那个有机的薄荷上面呢，在提供给生技事业部开发产品使用。然后呢，他们创造了多少的价值？生技是我们重点的项目，期待很高，所以才要严格了解。你不能这样一笔带过啊！来，总经理，
您从副总在那边待那么久，所以我想台南公司研究所大概主要还是协助我们事业单位的发展为主了哦。那所以它的研发重点，你们事业单位一直在亏损啊。主要是在农业的一些生技方面的一些领域，好比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有机的一些生产，给我们一个报告好不好？那对，我想是爱出力，好，来，这个我们希望更深入。来，那请那个王委员说明一下。来，这个东西哦，我会建议哦，第一个你们有委托研发，对不对？好，你们委托研发都委托哪些机构？大部分都是哪一类型的？目前都是大部分都是跟大学的实验室在协助帮我们做这个功能。那有取得专利吗？我们的验证大部分是要取得这个健康食品的验证的。这样好不好？我建议啦，哈，也讨论下去，我看他们讲不出所以然，也拿不出我们所要的那个啦。那个简略了，那我是直接就简略，我动三十了，好不好？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没有，我是觉得就直接简略那个4035.8万了。哎呦，好嘞。动贼啦，动贼啦！我们这边立场是动三十了哈，就说做研究，可是你们还是要想清楚，你们是事业单位啦，不是研究机构。那这研究在应用上面哈，因为我们对中研院、工研院都有这样要求了，怎么可能事业单位你说有一个成本效益概念呢？所以你们应该不是论文发表，好，应该是在专利这一块。好，专利完之后你怎么转换成你们台糖的能够去变成你们能卖的东西，那个才叫才有用嘛。来，要选哪一个案的文字来？这个80到86都一样。哎，等一下，苏委员先说明一下。我请问一下哈，刚刚的话，你们的用人的费用啊，有福利费，有奖金啊，你看看89案，还有用人费用。是。所以这个研发的业务是不是另外呢？又请了一些。要外包是不是？不是跟委员解释。好，等一下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哈，台糖的利基在哪里？我听过了，我听过一个老台糖人讲说，其实台糖最大的利基是什么？是生物科技。所以贵给力呢，冬虫夏校草，那些研发的不错，但是后来你们的生技的研发就停顿下来。还有老台糖人的话，就退休以后就跑到中国大陆去了。就是讲，咱的国家，咱的台糖公司培养的好的生技人才，后来就跑到中国大陆去，所以整个的研发就这样就停下来。对啊，董事长有没有这回事？所以咱讲的是讲，台糖在研发这边，如果你们有那个基础啦，所以这个研发现在你们是主轴是要走哪里啦？你是不是讲都是部分的研发啦？哦，两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要有系统性，第二个有获益概念。我跟你讲，这研发用其实台糖每年都是在那种损益两平，甚至小额亏损，账面上都这样。但是小额亏损、损益两平都是因为处分土地或者是土地的。所以说，对于你们的研发费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哦，因为你不能够花这么多钱，台糖，你不能自己填全民苦啊，对不对？花起研发费用或花起费用来很好花，但是我们这个却是卖主产或是租。出去那这样子，猪还好哦，猪至少是那个卖都卖了，然后分红分走了。那你们卖的方式都用什么？都用合作开发，什么跟人家合作开发，这个土地就出去了。跟人家合作开发，这个土地就出去了。当然获益大家分掉，自己填，就全民苦啊。所以我觉得研发面不是不能花，但是你们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花出去能得到什么好？对全民、对公司、哦、对股东，因为你还有一小部分是民股啊。对股东、对全民、对那个有什么好处？你要告诉我。这份跟各委员报告，我跟研究所的要求是，未来我们要聚焦在生物经济方面的领域了哦 ，bioeconomy 这一方面来做研发。那它最主要是在一个是在微生物发酵的部分，一个是在动物，一个是在植物这三个方面的 bioeconomy。那过去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在甘蔗跟蓄殖的这个产业，那当然蓄殖未来我们也还是重点之一啦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养猪或者是未来的废水、啊、过去的成果给一个书面的盘点给我们，我把它写一个、哦、那未来要怎么处理？再好是再问我们这个那主席这个这样了，我们台糖公司到现在为止都是冻结提什么专案报告什么的，我这一项哈成效不彰了，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第一个他可以吗？他这个研究发展费用，他到底有多少人呢、啊？这项简略，你研究成果，你又说营业秘密，又没什么专利啊，都是论文发表。我想这一件哈，这一案我们是不是简略？冻结了，简略4000多万了，就把那个尾数删掉就好了。研发很重要哎。研发实在不太敢说，问题是没有实际效用啊。对，我们写个专案报告，你只有论文发表，到时候用个营业秘密啊，有没有用到回馈到我们这个？我们尽快提个专案报告，少动一点啦。那你们把、那个、简略了，现在不要动了啊，简略。我不要动就站着，不要动。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刚才管总提到，就是我们会对过去的部分提一个报告给大家。啊，同时在未来的部分，我很快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研发的部分，我们会强调的，会重新去规划的是，其实刚才这个王委员提到的，就是系统性的去规划。那这边分两块，一个研发的角色，第一个是所谓叫技术服务，就是我们很多事业部，他们都需要一些技术服务，这是他们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是未来为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事业部或未来的事业部呢，创造未来的收入。所以到底要未来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报告，这些是我们在研发上面的一个角色，我们会把这部分放在我们的报告里面。那个孔委员，我是这样想了，因为新的董事长现在台糖到现在都还没有检验嘞，你们我们都是用冻结、那个、叫你们提个专案报告。如果他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要检验啊。如果他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那个的成果的话，就不要解冻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了，检验3000万了，好不好？不要了，好。3000万了、啊，冻结了，拜托了。好了，简略。谁、欸？简略3000了。咱这会你看。冻结了，冻结了。主席啊，全部都过也不太对呢，你中间还是要处理一下。啊，这个讨论都是提专案报告都冻结。你那个农委会哈、哦，1000多亿哈、哦，总共才简略1000万哦，你要知哦。没关系啊。啊，主要是安怎，你知道？研发哈，因为新的董事长来，他的专长就是在生命真熬过啦，啊，但是咱公家是哪里讲的啦，第一年啦，因为伊来第一年啦，哈，啊，回做看，回一个新歌出来啦，因为当署长来第一年，回做看麦，你去说好孔文基孔委员呐、啊，你还好伊，我都接受啊，大家互相。你知道，我觉得研究发展经费。听你们这样讲真的，我觉得这笔预算哈没必要冻结，但是要简略了。哎，拜托了，冻结了，就如果说真的不行，我们陪你不要解冻，好不好？你了嘛，今嘛广告到时阵来啦，冻结20%啦，30%啦，好，30%啦。就孔委员说的，简略一点吧，简略一点。孔委员刚刚说的30%嘛，就用孔委员冻结30%下来处理，冻结30%，好不好？要专案不可以书面，好，那我们用专案，我们不用书面，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委员。我跟你讲，专案到时候你们要把你们大概要做哪一些研究的细项，简一点吧，不行我们就砍了啦。简一点好不好？简一点。那个公务员，我们等一下回过头来，好不好？你现在台糖，我们现在减多少没有啊？等一下回过头来65到68再来谈简列，好不好？好，来，所以80号到92之1。我们全部以2.4538亿元下去冻结30%，你们到委员会来做专案报告后才能解冻。好，那现在我们要回到65到68总数，要简列就65到68，我看就并案看要简列多少，好，并案简列多少，让他们自行调整，好不好？好，来。台糖大概要简列就是在这里处理了啦，在哪里？就65到68，营业费用，总统，总体加起来，然后看要简列多少钱，让他们自行去调整。好，简列多少？500万，5%啊？2000。500，我这边有个67案哈。580万吧，5800，580。啊，你写下5800。这5000没有那个，多看一个零了，580了。哦，5800万。总 total 20亿嘛，哈，20多亿嘛。总 total 20多亿啦，65到68啦。哦。那个未隶属事业部没办法处理，还股票啦，所以应该讲起来是65到67啦。65到67，因为未隶属那个都是你们买股票投资，是不是？不是吧？
什么叫卫理署？说不是哦，阿伯一起先。卫理署主要它的那个费用是总管理处的一些费用啦、啊。怎么不能动、哦？那就是人事费为主啦。啊，人事费，这里又是人事费。不，因为它是放在人事费多少？卫理署营业费用。嗯，这里又是人事费，你要看好了吗？我被告吗？营业费用里面对啊，这本账有点怪怪的、哦。你之前讲的那个。是人事费用啊，或者人事费用没有，他因为他是在整个大费用，他会有分项的那个费用科目底下，对。整个台糖公司的话，你的人事费用、你的福利、你的奖金，放在营业费用，也放在研发费用，也放在什么？一大堆的，研发也有人事费用，然后另外又有个临时。有个临时人员的费用，你就不一样的科目的话，就这样唱来唱去呀、那個啊。所以是不是可以盘整一下，就是整个的台糖的事业体？哎、欸，你们这个卫理署没有讲清楚，我全部都给你删掉。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事实上这个是预算编列的形式哦，因为他们是事业单位，本来他们的预算人事费就散落在不同的科目，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事业，譬如行销管理里面也有人事费，营业费用里面也有人事费。好，我问你，你们里面的营业成本有没有包括你们的人事费？都有，都有。那你的卫理署，你再告诉我到底是你们是这个卫理署，是因为委员要删的是用这个部门别是他的写法啦，不是我们的写法是用图别，结果委员提案用部门别啦，所以又把它全部总个拉出来了，没有啦，没有是委员写法的问题啦，三十九页啦，不是他那个卫理署是一个归类而已，九十六案，你们现在在讲九十二那个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卫理署啊，六十八案呢、啊，可是那个是归类的概念。是归类哈，拆耍了，还佫用个无同款的名簿，佫佮又转来啦。啊，就是横切面、纵切面啊，那啦。马吉娜，就是说整个台糖，你要跟他检列多少，我们在这里处理啦。哎、欸，这个哎、欸，你们这个卫理署都没有解释清楚，我真的全部是十七亿全砍。那个检列2000万了。什么？你在十七亿都没有给我交代清楚，你检列2000万干什么？先交代清楚啊，再检列2000万。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以台湾公司的预算来编哈，它是以产品别去编。那现在如果说以事业部别，它以事业部别来去分哈，我们有八个大事业部。那除了八个大事业部以外，像那管理费用、研究发展费用，还有一些小的运输的部分哈，那就把它归列在这个属于不属于这个八大事业部以外的部分，我们就称为卫理署的一个事业部。以这样的名称下去编列，汇总。那你们除了八大事业以外还有什么事？哦，我们就是说还干些什么事？就是八大事业部里面哈，就是说管理其他管理的土地管理的部分哈，我们就把它列在这个卫理署事业部里头。不一样，可以这样编哦。哎，啊，这是按部门别，按部门别啦，嘿。有些是有责任中心的概念。嘿，伊这内底的物件，咱拄啊拢审过啊，咱拄啊审的是四项，哎，今嘛是改用事业部揪出来啦，安尼啦。我建议安尼啦吼，农委会千外亿啦，咱中所三不到一千呐，啊，所以台糖卖超过农委会啦，大家看要该台偌济啦。嘿，是恁护航了伤严重，才改才安尼。他事业部门，他这个。因为主要是让他们新的董事长来看如何起死回生回去走嘛。哎，那第一年做了不好，明年就该大台啊。总经费比去年多多少？三亿多。去年减多少？是不是比去年减？去年盈余的话，这是一亿啦。没有啦，说去年的预算。没有，去年是减多少？台糖营业。我刚刚怎么会有人跟我报告少3亿、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底下的话，去年编20亿，今年编17.5亿啊，少3亿多了，少三亿多了，已经比去年少3亿多了啦，3亿多了。这样了，主席啊，那个农委会是因为它是行政部门，台糖是一个事业部门嘛，啊，那我觉得这笔钱它可以删减的弹性应该会比农委会还要大了，啊，所以因为它自己成效也不彰嘛。啊，这个土地各方面研发成果都不行，那我们现在要从这里找的话，我是建议哈，减2000万呐，啊。哎，你土地开发事业部2亿多，好了，那就照廖国栋的那个了。廖国栋的他有一个那个5800万嘛，5800万了。廖国栋是两千。
有他要提好几个案哦。六个洞是2000万。我看到六个洞比较大的。来，你改讲了。1000万。主席啊，1000万啦。好了，删减是也是为他们好了。对 啊，你删减是给他们一个激励，啊，因为你台糖，你卖不卖不卖不卖这块土地，你这个2000万算什么？对不对？好了，1000啦。好了，1000啦。然后每年骂，我再看你们明年怎么骂。那1000万，那个外加那个16万，好不好？16万。是什么？16万那个他处理那个土地的那个办公室的，因为刚才决议说不能卖土地嘛。好了好了，天天给2000了。哪里？那个不是啊、外加那个16万那个提案简略，那个出售土地收入，那个是用卖的钱去交的，所以这个没有这一笔支出了。没有卖土地就没有这个支出了，对，没有这个收入。该决议说不能卖土地啊，啊，所以就没有这个那个、啊、处理费用啊，所以这一笔就不会出现，是不是？哎，你们说明一下。嗯，刚才的话呢，是我们农地不出售嘛，哦，农地是不能够出售，其他的有一些那个小的部分，像这啦，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大概是因为有需要建价，你要出售之前的话，我们就必须建价，来啦，所以会有一些费用。我们说1000嘛，这一笔是600嘛，那就是总数啊，不行啊。1500自行调整，好不好？好，好不好？是，我们1500自行调整，好是。总嘿，就是台糖总支出哈，我们删减1500，然后自行调整哈。那后面就业务、那个主席，我可以再要一个资料哦，把台糖现在所有的这个用地哈列一下，因为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在那个要啊，这个要盘点，刚刚有叫他们盘点，好不好？资料再给我们一份嘛哈。这个主席刚刚有吗？我记得，好不好？好。我们刚刚在处理那个研发费用的时候，你们承诺要把过去的研发的成果。哦，要盘点结果以后要送本委员会每位委员一份啊。另外要专案哦。还有，对，专案归专案。那93到最后107。这是固定资产建设的改良。这是什么？来说明一下。总共有97到106这几案。加转投资加进来好了，好来。是向各位委员报告，这是我们的一般建筑及设备，就是我们平常用来做这个汰旧换新，让营运正常所需要的。那像这个刚刚委员也提到，我们这个希望能够建置太阳能的相关的设施，那他所需要的这个资本支出的费用也是编在这边。那像这个委员也提到的，像我们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那有一些是费用，有一些依照这一个相关的规范，我们也是放在。所以这个是前面讲的细项，以后你们抓横向出，抓纵向出来。对对对，就基本上我们大家需要花在这个上面。这个是另外吧？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是资本支没有，这是资本支出。那就像我们要做，其实是会有关系，刚刚有没有关系？应该，因为它会到最后它会有折旧，会影响每一年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这个有一些厂房太过老旧，我们必须要去把它维护它的这个那个维护它的营运，必须要去做修缮。可是刚刚你们已经有那个维护的费用，对，因为有它基本上是不足的部分去补的啦，增加的啦，不本部里面的啦。它基本没有，基本上它是分两块，它有费用支出也有所谓的资本支出，因为根据税法等等，有一些不是不能用费用来处理，一定要做投资。所以这里全部是资本门的意思。对，资本门的全部资本门。然后我们前面有没有审过他们？没有，没有，没有。前面是经常门，对，经常门，这是资本门，对对对。资本门项目。来，那个廖国栋有提102，全部删除，有没有意见？102。你那个什么负压水帘及绿能设计猪场改进计划？那这个现在花了多少钱？成交多少？这个就是106年度的一个新兴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们屏东的东海峰，那要去把我们的这个猪场做一个改建，那希望是负压水帘，然后也有绿能光电的一起，那希望能成为一个就是说在这里养多少头猪？这边东海峰我们这边。2000头母猪，总数可以养到25000，年产30000头。啊，这负压水帘不是一般都是禽流感吗？是禽流感的吗？不是，没有负压水不是，这主要是在可以改善我们的养猪整个环境，还有效率，增加效率。
还有啊，你们讲说一会儿讲说房屋建筑，一会儿讲说基建设备，一讲说交通运输，你们有些改良，有些固定的折旧我们是可以理解。那你要改良扩充什么？基本上你们的生产设备已经是什么设备啊？它这个是编列的基础哦，这个是固定资产编列的基础，它分成房屋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载量设备，它是分成五大项。是，等于说一个大项底下，那有一些像房屋建筑就是注射的改建啊，注射改建，然后机械设备的话就是有一些设备要更新。那交通运输是要买一些车辆啊，那杂项设备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设备的东西啊。那这部分的话，当我们每一年的预算编列大概都在8亿多，因为它是经常性的需要去做一些，是把一些设备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像刚才提到的水帘式猪舍或者是绿能的这种养猪，也是刚才杰委员一直是提醒，也要求台南公司在畜殖方面啊，能够提升我们的经营绩效。那现在全台湾有哪里有用负压水帘做养猪场？我们其实是我们陆陆续续哦。哪一场啦？在南哪里？民间不要说是你们啦，别人啦。民间现在新式的猪场就在像有没有？有大城、长城，现在宜兰的福昌都有，都有是。新的猪场全部都是好了，整个8亿多了。我支持高志鹏减列3000，然后王惠梅冻结25%了。啊，你们看怎么喊呢、啊？没有。你这个到底成效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了。我们会有，你这是新的计划吗？专案计划要花6亿多哈，对，我们会有个专案计划报告。那你现在是要做这个？那它主要目的功效是什么？然后它要设在哪里？是我们会有个专案报告，你要让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效果。是专案报告会上。到底是自猪瘟的，还是说是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会跟我们的沼气回收发电这个东西是一贯的，一整套的。好，一整套的。那我们有一个专案计划会送到这个院里面大院来做审查，对，会有一个专案计划，是因为这跟委员报告这部分有一块，就是我前天在答询委员的时候提到沼气发电的一部分。好，那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希望很积极的明年就开始启动。刚刚已经统筹了，来啦，这一笔钱你们去年是10亿嘛，今年已经减列1亿多了嘛，对不对？好，那主要是资本门嘛，这给他们用了。我们刚刚那个台糖，点哈，啊，这个有没有办法？会不会影响？会不会影响啊？会影响什么？影响进度？那你要设在哪里？我们要了解哈。是，有什么功效？因为跟陈如刚才跟委员报告的，就是台糖在过去其实投资很少。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很重要的记忆，在新的企业里面，新的事业里面，还有旧的事业里面的提升上面需要做的一些投资，包括前天跟各位报告的这个沼气发电的部分。想投资就想要获利啊，我们希望能够，我们会提一个就是这些投资的这个投资报酬率跟整个产业的分析给各位。好了，那个这个构想我们支持了哈，但是我们要提那个专案报告，他要沼气发电嘛，那我们是不是着重10%了？那提一个专案报告，不是他说动会影响进度，我们就请他们专案报告。刚刚已经统筹过了，但是要求排专案报告，这样好不好？其实刚刚那前面的已经统筹过了，排专案报告不排就不冻结照例，因为他们刚刚说会影响排专案报告了。听董事长的嘛，他说这个是一个新的构想，那个好，那我们这几案就照例，然后要排专案报告，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处理主决议哦，哈，108案。108案，108案同意。好，通过109案。好，遵照办理。同意是我们在同意。来一个，你现在。你们要快呢，没有那么慢过呢。来109案怎样？啊？遵照办理。好，通过110案。遵照办理也好。通过111案。遵照办理。通过112案。遵照办理。通过113案。遵照办理。通过114案。遵照办理。通过115案。遵照办理。通过116案。遵照办理。通过117案。遵照办理。通过118案。遵照办理。通过119案。遵照办理。通过120案。120案修正。
120案哈，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做这样修正哈？就是建请决议要求台糖公司对于无业务上需要之不动产，若位于原住民族地区，暂缓办理出售。后面这边把它删掉，就是这整个原住民族地区这个部分暂缓出。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来，你现在文字要怎么修 ？OK， 你刚刚有的是念，有的是要修，我们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在念，还是哪一个要修。来，你现在要修什么地方？你用先讲。好，我们建议哈，就是说，把它那个要求台糖公司对无业务上需要之不动产，若位于原住民地区土地暂缓办理出售，就是在地区后面写暂缓办理出售，对。好，然后来，那其他就把它删除，其他后面就删除，是不是？是。好，那提案委员有没有意见？黄委员没有意见哈，那我们就修正通过121案，遵照办理。通过122案。遵照办理。通过123案。遵照办理。通过124案。遵照办理。通过125案。遵照办理。通过126案。遵照办理。通过127案。遵照办理。通过128案。遵照办理。通过129案。遵照办理。通过130案。遵照办理。哎，通过，你有哪几案是遵照办理，然后是连续的？哦，都对啊，到138案，131案到137案，到137案都。遵照办理。138案到138案，到137案都遵照办理。那138案，大家有一个修正意见。来，到137案都通过哈。来，那138案。138案哈，修改为哈，要求原要求台糖公司所属经农委会认定之优良农地不得任意出售。我这边还是要坚持哦，原本农地就是要农用哦，你们已经卖掉超过一半的土地哦，那现在当然不是说什么多为被动，应该是以后就是被动的，不要什么多为被对被动怎么政策去处理这个土地哦。那现在是我们这个后面就修正为就是所属的优良农地绝对不能作为那个工业区使用。那是不是建议就是把那个所属农地改一个变成优良农地，加变成优良？他们写这个意思一样呢，用要求不是用建请哦，而且是写不得任意出售哦，所以他们修，因为我们说要求禁止什么，我们一般没有用这种文字，好不好？我们就用他们的修正文字通过，好不好？好，好，谢谢。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来139案。139案到182案，都同意遵照办理。好，139案到182案都照案通过。好，那183案是？等一下，152案那个哈，等一下，152案我们回来哈，刚刚那个回来152案，他用立法院，我们要把它改成经济委员会来。152案经立法院同意，使得动支改成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同意使得动资，关乎投资。好，152案这个要修改，那就到你刚刚说182几？182。好，那现在183怎么修？183案哈，就是在要求台南公司紧速恢复台东糖厂旧貌，然后加两个字，严厉复建台东糖厂烟囱及主体场馆嘛，好以。提升观光客到台中糖厂医院，加一个延役。为什么要延役？因为我们那个烟囱哈，现在已经倒了哈。那现在我们有复建，我们跟那个文化总局那边已经讲好了哈，就以现况维护啊，不需要再重建一个新的整个烟囱。那他所谓复建就是原样复建呢，没有要你新建呢？因为是这次台风吹倒了哈，那我怕说是那个我给人家误会了。会恢复成整个原貌，整个那个烟囱的原貌。啊，你们都不知道可以原样恢复。你们只要过去有做过修复报告，就有能力原样恢复。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过去有没有做修复报告？啊？
有没有做过研究？这个跟委员报告哈、哦，有没有就好了，有没有？这个过去没有，没有、哦，没有。好，那就加研议、啊。这个部分是文化部，你们就做不到了啦。你们要复建就做不到，你过去没有调查报告，现在就没办法复建了啦。好，那就加研议，好不好？是。好、哦，那就修正通过来184案。183到193都遵照办理。好，185案到190案，我们都通过。还没，来91，我们有新增哈。哦新增还没宣读，我们先请宣读哈。来，新增提案。新增提案第四案改组决议，台糖公司土地有属于根据收复敌为产业处理办法承接战前之日产而来，然而在日治时期，日产土地系不当取得原住民族之土地而来，再来接收日产之后，台糖公司亦以不正当手段侵夺原住民族土地，以花莲大农大富农场为例，原来糖厂只接收300多公顷土地，但后来却变成1000多公顷，多出来近700公顷土地，就是抢夺原住民族土地而来。要求台糖公司106年度不得出售位于原住民族地区，含原民会已调查未公告之传统领域之土地。提案人徐永明、管碧林、孔文吉等委员，第192案。针对台糖公司旧厂区厂房屡屡发生火灾等事，究其原因，显非单纯甚有刻意毁损古迹历史建物之可能。原要求经济部应督导台糖公司立即展开专案调查，若设有不法情势，应即移送检调机关，并应于105年12月底前提出调查及检讨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管碧林、苏振清、孔文吉、陈明文、苏志芬、王惠美、徐友明、张立善等委员，第193案。为配合政府政策，请台糖公司盘点所属资产，建置屋顶型、地面型太阳能设施，于2个月内送经济委员会提出报告。提案人管碧林、王伟哲、苏志芬等委员，第194案。为配合政府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台糖公司应彻底调查盘点现有可能配合之方式。原针对北港志宏池建井，台糖公司确实掌握推动太阳光电设备建置之进度，诸如已挖掘土地深度、开挖面积，并于1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苏志芬、黄伟哲联署的管碧林等委员，第195案。政府提倡保留文化遗产相关文物，要如何保留、重视风华，为台糖公司重要经营目标之一。原请将增加之收入应主要着重于文化资产之维护。提案人管碧林、黄伟哲、苏之峰、王惠美、徐永明、孔文吉等委员，宣读完毕。好，来，我们先看191好不好？好，191有没有问题？191没有问题。191通过，来第四案改组决议的。第四案组决议建议是不是第二段能够把它删除？第二段删除。对。好，其他照列吗？其他照列。好，那第二段删除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我们修正通过。来192。192没有问题。好，192通过。193。193没有问题。等一下，来那个资产所属资产怎样？所属资产建置屋顶型、地面型太阳能设施。所有资产土地使用区分，还有建置屋顶，就是说你的资产你要增加土地使用区分的资料在里面啦。OK， 好啊，资产哈。土地区分，顿号，土地使用区分，土地使用区分，哎，顿号，哈，然后建置屋顶型地面太阳能设施，哦，就不用顿号了啦。OK， 好。我看那个土地使用区分要刮胡啦，含土地使用区分呐，哈，资产，然后刮胡，含土地使用区分刮胡，这样子，好不好？是，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194案。194案没有问题，同意。一个文字。好，来说。用那个用麦克风来。诸如什么？诸如
已挖掘土地深度，这个已是不是建议改成可？因为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规划阶段。哦、好，可哈，已改成可，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接下来还有195，195来，请说明。嗯，这个没有问题吧？就是要放在增加的收入，应主要着重于啦，好不好？哈，照案通过。来，还有没有？没有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就协商协论进行宣读。那今天的会议哈，到那个宣读结束为止哈。好，还有一案哦，来，还有吗？在哪里？没有了哈。等一下，他说还有，这什么？恭喜恭喜哦，刘委员的冻结案呢、啊？哈，台来要解决，要解决，要解决。没关系的，他写好了就写好了啊。啊？那这个嘞？这个是什么？这是刘委员的案子，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他要的主决议吗？对对对，他那有讲嘛，说我们自己要跟自己。好，来来，对不起啊，我们还要处理，我们要处理几个案，来。阿哥，我。我们宣读一下哈，196案，用听的哦哈，因为这个没有。196案，台糖公司曾以自建方式办理高雄市楠梓地区之投资性不动产土地，但在新建完之后，因社区发生异味，啊，什么奇啊？这个什么奇啊？这个对不起，我看不懂这个字。谁写的？什么气？嗯，卫生，气味后面有个什么气？但在新建完成后，因社区发生异味啦，异味啦，好，然后长期未妥处，因社区发生异味，长期未妥处，未使台糖公司改善相关情势。不是，但情势后面是整个都划掉了。不要了，就改成那个啊，后面情势。有人来提出报告。为使台糖公司改善相关情势，办理情形向经济委员会提书面报告。提案人管碧玲、陈明文、林代化等委员宣读完毕。好，来，这个案有没有问题？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哈。好了，我们现在呢，进行宣读协商结论，请大家回归那个座位哈。好，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106年度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案处理情形如下：营业总收入部分，第一案至第十七案，包含第一之一、一之二案及第十一之一及第十二之一案，处理情形如下：营业总收入增列5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另外，第四案改为决议案后通过，决议案当中的第二段删除后照案通过，其余预算照案。预算照列，营业总支出部分，第十八案至第三十四案，包含第34之1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0案。20案的部分修正为：台糖公司106年度预算案于用人费用项下编列奖金8亿7634万1000元，
其中编列绩效奖金3亿2855万5千元，考核奖金5亿4759万1千元，应与经营绩效连结。原此提案冻结用人费用奖金 50%， 待台糖公司将奖金自用情形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预算照列。第35案至第38案预算照列，第39案至第53案并案处理，其中第41案及第42案各冻结 10%， 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提案预算照列。第54案至第58案预算照列，第59案至第64案处理情形如下：第60案当中改冻结1亿元，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第63案改冻结20%，由台糖公司、县住户与地方政府三方寻求共识，据以执行后，使得动之。其余提案预算照列。第65案至第68案并案处理，在营业总支出部分减列1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69案至第79案含79之1至79之6、75之1等案处理情形如下：78案撤案之后预算照列。第80案至第92案包含新增92之1案，处理情形如下。在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当中冻结 30%， 提出专案报告，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提案预算照列。另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第93案至第106案包含107案部分，均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108案、109案至119案均照案通过。第120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4行的文字当中，若位于原住民族地区，暂缓办理出售后照案通过。第121案、122案一直到137案均照案通过。第138案修正通过，修正文字为最后一句，要求台糖公司所属经农委会认定之优良土地不得任意出售后照案通过。139案至151案均照案通过，152案修正通过。最后一句话，经立法院增加经济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修正后通过。153案至182案均照案通过，第183案修正通过。原要求台糖公司研议增加研议二字后，修正通过。183案至190案均照案通过，191案新增191案及第192案均照案通过，193案修正通过。所属资产括弧含土地使用区分后修正通过，194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为倒数第2行诸如已挖掘修正为诸如可挖掘后修正通过，195案及第196案均照案通过。以上协商部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有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就照刚才宣读的结论通过，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均照列或随同调整。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没有异议我们通过。那通过的决议呢，文字我们授权主席跟议事人员整理哈。两位委员都是我们经济委员会非常资深优秀长期哈致力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政策着力甚深呐，严加监督的委员。那包括我们苏委员，他对台糖的业务，因为过去担任地方的行政首长，所以对于台糖的业务有非常密切的互动的经验做基础。
所以今天在这里所删的预算，三大特色，三个主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大幅冻结你们的奖金，高达50%，表示我们对台糖同仁过去的努力颇有维持，我们很有意见。我们希望你们改变，所以呢，我们增加你们的收入，增加5000万。可是因为新的董事长来，我们对台糖有很高的期许，我们对你们的过去不满意，我们要求你们今年要改善，要增加收入的同时，我们只小三1500万，经费还是照样给你们去发挥，给你们去使用。我们无非是基于对台糖深深的感情跟期待之下，期待台糖在新的董事长任内带领你们未来，让台糖变成一个有效率、能创新、有竞争力而值得期待的公司。今天的预算审查就是这三个方向。董事长加油一下吧。对你们过去不满意，要求你们要改善，但是钱给你们用。我们给董事长一个很深的期许在这里，你们跟着董事长去冲，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有没有效果啦。好不好？好，谢谢今天在场所有这些委员，这样子，好，这样子给你们支持跟加油哈。好，那我们今天所列的议程我们处理完毕哈，散会。